荣誉，大周天子最小的皇叔，权倾朝野的冷面摄政王，威震四方的兵马大元帅，极致的尊贵和强悍。人们只知他冷酷无情，却不知他宁可付出一切也要庇护那个叫南希的女子，对他极致宠爱，百依百顺。可丞相府嫡女南希却百般厌弃，更是帮着渣男贱女利用偏爱算计荣誉，直到他被渣男贱女捅上一刀，王府火光冲天，尸横遍野。 荣誉依旧护在他的身边，所有的刀光剑影，荣誉都替他挡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希才认清了他的一颗真心，才知道自己有多瞎。荣誉，是我害了你，这么一个高贵强悍的人，若不是因为他，荣誉绝不可能是这样的下场。若有来世，如果上天垂怜，荣誉，我再也不算计你了，我必穷尽一生来赎罪。耳边突然传来好温柔又熟悉的声音，让他顿感脏腑钝痛，经脉寸断。 直到耳边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弱，那种又要失去感让南希猛地坐起身，额上冷汗层层，眼底尽是恐惧，做噩梦了。金贵清冷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不染烟火的气息，毫无预警地闯入南希的耳膜。南希正然转头，对上一双压抑着某种情感的淡漠同眸。荣誉，他真的存在？我这是重生了？南希脑子里一片空白，轻轻闭上眼，贪恋的深嗅一口熟悉的气息，然后慢慢的睁开。 眸光渐渐恢复清明，这么俊美出尘的脸，曾经的我却无数次想逃离。功勋和权势堆积的荣誉，是整个大周无人敢提的尊贵。可就是一个这样极致尊贵又强悍的人，最后却死得那么惨。南希咬着牙关，心头又是一阵钝痛。都是因为我，本王的存在，当真让你如此难受？荣誉看着他苍白的脸，压抑的眼底，俊美清贵的脸上浮现一抹苦涩，闭了闭眼，他决绝地转身离去。荣誉。 南希开口喊住了他：“我有话跟你说。”荣玉唇角紧紧抿起，有话要说，说什么？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本王，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会想办法离开这里，还是说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本王这张倒胃口的脸？荣玉握紧了手，本王不想听。南希却强硬的表示：“你必须听，你若是不听，我就写一封休书给你。”荣玉脸色骤变，回头。 一双幽深的瞳眸，犹如冷寂多年的寒潭冰渊。南希一至床沿，伸出一双雪白玉足，干净的眸子锁着男人挺拔削瘦的身影。我身子不太舒服，你帮我把袜子穿上。荣玉站着没动，因为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主意。王爷，南希淡淡又开口，我脚冷。 荣誉深深吸了口气，转身走到床前，一袭黑色之金袍拂衬的气势冷峻铮然。这是一个在疆场上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神；这是一个于庙堂上决策朝政、让满朝文武尽皆臣服的王者。虽不是帝王，却比当今天子更具帝王之气。可此时，他就这么安静地蹲在床前。 低眉给南希穿上袜子，分明做着卑微伺候人的活，却没有丝毫不满。南希垂眸注视着荣玉完美金贵的侧颜，想不通自己以前怎么就这么厌恶这张脸，明明生得如此精致俊美，像是一幅水墨画卷。南希鬼使神差般喊了声荣誉“荣玉”，荣玉沉默抬头，盯着她漂亮红润的唇瓣，等待着从这张嫣红小嘴里吐出怨恨嘲弄的言语，等着他日复一日的表达着对他的恨意，等着一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继续被刀锋般的言语凌迟。 然而，伴随着一阵浅淡的馨香萦绕，却是一张清丽精致的小脸在眼前逐渐放大。荣誉同眸微缩，尚未做出反应，唇瓣上忽然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虽是蜻蜓点水，稍触即逝，他整个人却霎时僵滞如石雕，木然呆住。王爷身份尊贵，权势滔天，容貌也如此俊美，怎么就在我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呢？荣誉回神，不发一语的低头帮他穿鞋，显然没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王爷怎么不说话？荣玉抿着唇，你又在玩什么花样？觉得今天的南希有点不太对劲。荣玉抬头看着他，你不是歪脖子树。南希好奇追问，那我是什么树？荣玉沉默片刻，刚想说话，就被护卫青扬打断。王爷，南二姑娘来了。听到那个心思毒辣、煽风点火来蛊惑南希逃走的人来了，荣玉的脸色一瞬间冷了下来。 眉眼阴鸷，周身气息冷酷肆虐，像极了地狱里来的死神。南希一听那个虚情假意的妹妹来了，淡淡一笑，来的正好。荣誉抿唇，金贵俊美的脸上笼罩着浓浓一层寒霜，不发一语的站起身，垂在身侧袍袖里的手微微攥紧。南希却像是完全没看到似的，柔和的开口：“王爷，你太高了，头低下来一点。”荣誉转眸，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没有一点动作。南希叹了口气，主动踮起脚尖。 双手绕到他的脖梗后环住，然后把他头往下压，抬头便吻住了他的唇，依然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触碰，稍触即离。南希展颜一笑：“王爷的唇瓣好凉，不过我喜欢。”说完径自往外走去。荣玉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僵直的站着，良久才做梦似的抬手轻抚着自己的唇瓣，心头泛起一阵汹涌澎湃的悸动。他是什么意思？荣玉的贴身侍卫青扬。 此时正见鬼似的看着荣玉南姑娘，居然亲了主子，她这是受什么刺激了？王府花园里，南月满脸关切，姐姐脸色看起来好苍白，是不是摄政王虐待姐姐？青叔哥哥让我带话给你，让你定要忍耐，千万莫与摄政王冲突，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煞神。耳畔听着熟悉的声音，双眼望着这张前世今生都忘不了的脸，南希一时之间竟有种恍如隔世之感。煞神，真是讽刺。 上一世便是听信了你这些鬼话，才和容玉落的那个下场，还好意思叫我姐姐？我以前怎么会信了这套姐妹情深？现在想来南月不过是想利用我，好摆脱私生女身份，进入相府，成为名正言顺的丞相女儿罢了。当初我被困王府，他和顾青书以我的名头，在娘那里骗取大额银两帮助，利用相府的人脉，让顾青书平步青云，不知用我的身份捞了多少好处，然后拿着我的钱，两人苟合在一起，当真是可悲可笑。 一腔情深，却换来狼心狗肺；姐妹情深，得到的只是恩将仇报。南月见她不说话，有些不解：“姐姐，你怎么了？”南希轻轻吸了口气，活着的感觉真好，活在知道一切真相且惨事尚未发生之前的感觉更好。南希回神，目光落在眼前这个南月脸上：“摄政王对我很好，我没受什么委屈。”南月有些疑惑。 以往每次都会说摄政王不好，今天居然说他很好。南越拔尖了声音，语气激动。他仗着身份把你强掳进府，害得姐姐名节尽失。幸亏青叔哥哥爱姐姐至深，所以才不在乎失去名节的姐姐。这叫很好。南希平静地看着他，你激动什么？顾青叔爱我至深，所以就算我失去名节，他也不在乎。南越心虚的点头，这当然不在乎。姐姐不相信摄政王，难道还不相信青叔哥哥吗？南希微微一笑。 我当然信他，青叔让你带什么话给我？南月听他终于问到正题，换了一副真诚柔弱的模样。青叔哥哥的意思是让我早点认祖归宗，以后好帮着姐姐安排她的仕途。南希明白了，原来自己重生在被荣誉强掳进府的一个月后，南越母女竟向府认祖归宗前，眼前这个名义上是他妹妹的女子，其实是他那风流好色的父亲养在外面的女人所生，连个庶女都算不上。前世南月和顾青叔利用他的身份得到了多少好处？ 南希几乎想直接捅了这朵黑心白莲花，她压下冲动，唇角挑起一丝笑意。所以妹妹是有求于我。南越一愣，有些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什么叫有求于他？以往不是只要说一声，南希就会全盘答应他的要求吗？若非顾忌着南希那个固执惹人厌的商户娘，哪里需要特意过来征求他的同意？南越回神，皱眉打量着南希，这不都是为了亲叔哥哥吗？他也想帮姐姐，可摄政王权势滔天，杀人不眨眼。 只能小心筹谋。南希冷笑，果然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在他面前诋毁摄政王的机会。他以前也的确是蠢，被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心智，以为南越所说的就是真的。久而久之，荣誉在他心里就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存在，然后一心帮着渣男贱女，害死了真心待他的荣誉。南希微微抬起自己冰蓝色的宽袖，平静的开口：“既然是为了顾青书，那妹妹为什么要害我？”南越诧异的瞪大眼。 随即委屈的辩解：“姐姐这话从何说起？我何时害姐姐了？你可别信了摄政王的挑拨，是吗？”南希手腕翻转间，一把匕首出现在南越眼前。妹妹可认得这个？这不是青书哥哥送给姐姐防身用的吗？南希笑着贴近南越：“谁说这是他送给我的？明明是妹妹带着匕首来刺杀我。” 花园一角，荣玉真真的看着这一幕，身边的青阳不自觉地咬牙低咒：“南姑娘果然是在跟主子演戏，真是个戏精，可恶又可恨。也不知道主子怎么喜欢上这样的姑娘，还非她不可。”这边南希手握着匕首，南月一惊，下意识后退：“姐姐要干什么？”南希弯唇轻笑，匕首划过自己手臂，疼痛袭来，她随即丢掉匕首。 目光沉痛且不敢置信地看向南月，妹妹想杀我。南月僵在原地，震惊得无法反应。暗处全程偷看的青阳顿时惊呆了，这是上演的哪出？姐妹俩相爱相杀。主子，青阳抬头看向荣玉，话未说完，眼前黑影一闪，他家主子已经消失在原地。南月刚回过神，还没来得及说话，忽然胸口一记剧痛传来，他整个人就被荣誉踹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出，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荣誉立即回身，轻轻拉起南希的手，你怎么样？荣誉这股清冽好闻的气息，还是那么令人安心。南希摇头，一点小伤罢了，王爷放心。快传府医！荣誉冷声吩咐，直接紧紧抱着南希往寝殿方向急掠而去。素来金贵淡漠的脸上，只剩下阴沉震怒。多少镇定从容，在面对南希时，也常常被摧毁殆尽。南希抬起没受伤的右手。 轻抚他贵气俊美的脸，我自己就懂点医术，包扎伤口又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不用叫抚医。花园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青阳还呆呆地站着。蓝姑娘突然间中了什么邪？这种一言难尽的白莲花计谋，偏偏主子好像真就当自己眼瞎了一样。我需要静静。荣玉抱着南希走进内殿，把她放在床沿，伸手就要去解她的衣服，南希抬手制止了他。刚才在花园的事，王爷应该看到了，就不问问为什么。 看到了又如何？本王只知道受伤的是你，其中的过程和事实，本王不想知道。他目光紧紧锁住他流血的手臂，先处理伤口。南希却坚持，王爷先回答我的问题。我今天的态度，王爷就一点不感觉奇怪。荣玉顺着他的话回答，的确奇怪。那王爷为什么不问我原因？荣玉轻抚了抚他头，没什么要问的，你就是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乖，先处理伤口。 南希脸颊泛红，怎么跟哄小孩子似的？前世今生还是头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看荣玉真的着急于他的伤口，南希心软了，不再坚持，请王爷把药箱拿过来吧。荣玉转身去拿药箱，南希靠着床头，语气闲适的跟他聊天。南月死了吗？没有。南希点点头，晃了晃手臂，脱衣服挺麻烦的。王爷，帮我把袖子剪了吧。荣玉便在床前蹲跪下来。 开始给南希剪袖子，南希近距离打量着他，越看越觉得这张盛世美颜耐看的很，天下难寻。前世荣誉把一颗心都掏出来放在了我的面前，我却没有珍惜。这一世，我不仅仅护着他的心，还要护着他的人，让所有算计我们的人通通灰飞烟灭。想到这里，南希握住荣誉的手，开口：“王爷，我明天想回相府一趟，你同意吗？”荣誉动作僵了僵，金贵禁欲的姿容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 南希平淡地说：“王爷放心，我不是想用今天的示好换取回去的机会，此次只是有些事要回去做。”刚走进店里就听到这句话的青阳，终于忍不住开口：“南姑娘说来说去，不就是想逃离王府吗？主子掏心掏肺对你，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你真以为那个顾青书是什么好东西？你是瞎了眼才放着珍珠选了榆木？”荣玉冷声呵斥：“闭嘴！”青阳恨恨地闭了嘴，脸上明显还带着几分不满。 青阳说的对，南希淡笑，我以前就是眼瞎，才弃了珍珠选鱼木。青阳一愣，狐疑的盯着南希看，他居然认同我的话是对的。今日之前，南希在摄政王府就是各种作天作地，一心想要逃离王府。可今日他再次醒来后，会主动亲吻摄政王，会好言好语展颜一笑，更是自伤手臂嫁祸白莲花妹妹，像是看清南越真面目，不再来往一般。青阳本以为这南姑娘终于是被主子感动了。 不料却听到南希说要回相府，他当场就不干了。果然，故意用匕首刺杀自己，使苦肉计让主子心软。南姑娘，你真是瞎了眼才，才放着珍珠不选，选榆木。却没想到这次南希不仅不反驳，居然认同了他的说法。青阳第一反应，南姑娘今天是中邪了吧？还是不解的问，南姑娘都这么说了，那为什么还着急回去？南希轻笑着解释，王爷应该知道。 我娘是个商户女，身份比不上名门权贵，但家底殷实。我那个风流好色的父亲，当年是个穷小子，靠着我娘的全心付出，十年就坐上了丞相之位。荣誉没有说话，他知道确实如此。南行之能权贵中混得风生水起，能在皇子夺嫡斗争中全力支持这位新帝，归根结底是靠妻子庞大的财富支持。我爹现在出人头地了，一国丞相。 他早已忘记当初一穷二白时对我娘的承诺，忘记了我娘的情深意重，处处嫌弃我娘是个充满铜臭味的商户女，嫌弃我娘配不上她的身份，美貌妾室不断抬进府，连养在外面的母女都想登堂入室。青阳撇撇嘴，丞相大人真是个渣渣，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狼心狗肺，我鄙视他。南希淡笑，所以我要回去，不能让我娘被欺负了，不是？青阳下意识点头，南姑娘说的对，不能让坏女人登堂入室。 随即一领，立马大声反驳：“啊，不对，你回去了，我家王爷怎么办？”南希垂眸看向不发一语、小心翼翼为他包扎的荣誉，金贵俊美的荣誉。此时紧抿的唇瓣，一眼就看出他阴郁的心情，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南希晃了晃被荣誉绑,绑成蝴蝶结的手腕，柔声开口：“我住在相府东院的锦兰院，王爷若是想见我，随时可以去找我。”南姑娘居然不再厌恶躲避主子，青阳又惊又喜。南姑娘这意思是？ 让我家主子夜探香闺，当采花贼。话音刚落，就对上荣誉投过去的冷眼，青阳脖子一缩，乖乖闭上嘴，退了出去。南希转眸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荣誉虽是尊贵的王爷，却也是领过兵、上过战场的主帅，征战沙场难免受伤，所以处理伤口的手艺还挺好的。他又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我住在王府，也名不正言不顺，与王爷不好，与我明节也不利。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王爷若是愿意，可以去相府提亲。” 荣誉一震，莫蒂抬头看着南希，像是在探究她话里的真实性。站在屏风外的青阳也是精神一振。提亲，南希姑娘果然是受了刺激，不行不行，惊喜来得太突然，只怕有诈，我得保持冷静。南希姑娘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她不会是故意好话哄着主子，然后想什么计策对付主子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恶了。王爷要言有言，要权有权，我没道理放着王爷不喜欢。 而去重复我娘的悲剧。南希此时只想让荣誉放心，所以说的话格外真诚，是他醒来之后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之前他都是作天作地，现在醒悟过来，想让荣誉也放下心防，相信他不是在想法逃走。事实上，这一点却是南希多虑了。荣誉对他的要求向来言听计从，除了从王府离开，只是以前南希从不屑于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唯一的坚持就是逃离摄政王府。 而这一点偏偏又是荣玉所不允许的。此时他主动放下身段开口，对荣玉来说已然是一个惊喜，预示着两人美好的开端。不管他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打的什么别的主意，荣玉都不会拒绝他。青阳忍不住又开口：“对了，主子，那男二姑娘该怎么处理？要送回相府吗？”荣玉淡笑：“送回相府干什么？他又不住相府，那送去哪里？”青阳自个儿嘀咕：“若留在王府，还得派个人照顾。” 南希突然插了句：“他伤势如何？”青阳想了想，主子那一脚的威力足以让一个七尺大汉瞬间嗝屁，好在最后收了七分力道，大概也就是断手断脚吧，可能会伤残。想起以前他姐妹的关系，担心南希不高兴，连忙开口解释。不过这也不能怪主子，主子看到姑娘受了伤，一时心急才。南希打断了他，微微一笑：“我知道，既然他受了伤，就暂时送去顾青书的府上吧，送去顾府。” 青阳有些无法理解南希这个决定。南希舒展了一下胳膊，缓缓道：“不错，帝都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新晋状元顾青书两情相悦，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在一个月前被摄政王强行带进了王府，以至于顾青书一派的世家都在说王爷权倾朝野，目无王法。更有留言说我入王府后早已清白不保。顾青书借此宣称不在乎我的名节，此生非我不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痴情真君子。” 若在此时把南岳送去顾府，青阳两眼放光，觉得这真是一个绝顶好主意。尤其南岳是在背负着刺杀南溪姑娘的罪名之后被送去顾府，青阳想一想都觉得格外有意思。此事交给属下去办。不过到顾府后该怎么说呢？南溪不疾不徐地开口，照实了说。顾青书嘴上对南溪深情不悔，私底下却嫌弃南溪名节不保，恨不得立即断绝跟南溪的关系。 却又碍于痴情君子的名声，不敢毁诺，所以便让南越刺杀南希。青阳听得目瞪口呆，他原以为自己可以添油加醋发挥一番，可他发现，即便自己添油加醋之后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南希这番话来得更有戏剧性。荣誉在一旁默不作声，眼神探究的看着南希，他居然是想嫁祸顾青书。今天的南希还真有些琢磨不透。上一世，南希一腔真情对待顾青书，结果换来的却是榨干利用和他的命。 这一世，他要主动出击，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刚刚收拾了白莲花妹妹南希，让青阳把南月送到顾青书那里，并散布谣言，说是顾青书嘴上深情不悔，私下嫌弃不已，碍于名声不敢毁诺，便让南月来刺杀南希。青阳犹豫不定，这样说出去，只怕没人相信。顾青书再蠢，也不可能直接给南月匕首来王府杀人啊。南希没再多解释，让青阳照他的话去说就行。青阳还是觉得不靠谱。 看了眼他家主子荣玉，只说了两个字：“照做。”青阳立即出门去办，反正主子都让照做了，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早就看那个伪君子顾青书不顺眼了。夜幕降临，南希靠在浴桶里，整理起脑海中的思绪，收拾了白莲花妹妹，该轮到你了，顾青书。南希不由得想起上一世自己到底是有多愚蠢，到底是对顾青书用情多深，才能让他那么算计？那年南希才十四岁。 正是情窦初开时，喜欢上了少年才子顾青书。而顾青书当时是三皇子荣楚云的幕僚，两人在一起时，顾青书不断给南希灌输摄政王权倾朝野，残忍暴虐，皇权落他手，百姓必是水深火热。而三皇子心怀天下，从夺嫡中胜出，定能国泰民安。只是可惜财力窘迫，希望南希能说服他娘亲全力支持。那时的南希天真的以为顾青书真的心怀天下，自然义不容辞的全力帮助。 顾青书给南希画了个大饼，保证日后功成名就，定不负他。就这样，顾青书利用南希娘亲丰厚财力，扶持了三皇子上位，成了开国大功臣，荣宠加身，风光无限。三皇子登基后，便设计除掉摄政王。正好那时南希被荣誉强弩进府，顾青书便让南越去联系南希，做他们的内应，套取摄政王府的情报。 在南希的帮忙下，摄政王府沦落瓮中之鳖，他也失去了利用价值。顾青书便露出了真面目，让南越出手除掉南希。说他是残花败柳，配不上自己。南希永远都忘不了摄政王府通天火焰，南越的匕首毫不留情地扎在他的胸口。关键时刻，那个浑身是血的摄政王飞身而来，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奇，一脚踹飞了南越，把南希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南希清晰地听到被踹进大火中的南越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却无暇顾及了，愣愣看着荣玉那张素来金贵优雅的脸被鲜血染成红色，他自己都已经精疲力竭，却依然牢牢地把自己护在了怀里。那一刻，南希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意识到荣誉的真心，意识到荣誉的结局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他进入摄政王府一年多，一直对荣誉仇视怨恨，从未跟他靠得如此之近。 没想到在生命最后一刻，反而能安安心心地待在他的怀里，被他庇护。如果不是他的算计，那阴险的皇帝又怎会是荣誉的对手？手握兵权的荣誉又怎会落到这般境地？眼泪落入浴桶，窗外一缕清风拂进，南希瞬间惊醒。真是个不美好的回忆。南希很庆幸，眼下许多悲剧尚未发生，心地也羽翼未丰。这一世，顾青书和皇帝别想再算计荣誉。 南希跨出浴桶，穿上柔软宽松的寝袍，赤脚走到铜镜前，看着镜中倒映出一张少女清丽精致的容颜。十六岁，最好的年华。至于顾青书的仕途，还是就此终结了吧。他那种人，就只配做下人。侍女突然一声惊呼：“姑娘怎么不穿鞋子？万一受了风寒怎么办？”南希正要说话，一身墨色长袍的荣玉走了进来，脸颊不由自主的红了红。侍女识趣的退了出去。 荣誉急步走上前，把南希抱了起来。南希转头看他，王爷，我不冷。我们还没有成亲，你还不能写休书。若是想写休书给本王，须得成了亲才可以。南希微愣，这才想起早上自己刚醒来时跟他说的那句话。他反射弧这么长，到了晚上才反应过来，休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摄政王荣誉对南希的宠爱可谓到了极致，就连他在房间赤足都能让荣誉紧张万分，重活一世。 南希也终于开始欣赏起荣誉。早上刚醒时说的那句话，荣誉现在才反应过来，休书是夫妻之间才能写的，还有点可爱。他笑了起来。荣誉，你喜欢我？南希心里很清楚，若不是喜欢，前世怎么可能由着他算计？他堂堂摄政王，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非得使用强硬手段把他困在王府，最后还因为他而落了个凄惨结局。荣誉沉默的抱着他走进内殿，轻轻的嗯了一声。 南希好奇地追问：“为什么我除了一张脸还能看，就没什么过人之处了？你看上了我哪一点？”荣誉轻轻把他放在床上，娴熟地为他盖上被子，回到你很好，听起来像是敷衍的两个字，却带给了南希莫名的悸动。重活一世，他学会了用心去感受。荣誉是个不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他说的你很好，比起顾青书的诗词要真诚得多。至少，他是个宁愿让箭矢射入自己身体里，也要护他安好的人。 折腾了一天，又是大梦初醒。南希躺在床上，很快被困倦淹没。只是临睡之前，心头模模糊糊浮现一个疑惑：荣誉是何时开始喜欢自己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问问。看着南希没有再赶他离开，有他在身边也能安心熟睡。荣誉满心欢喜，只要他开心，他好，自己怎样都行。次日一大早，青阳便把昏迷的南岳送到顾府顾青书手上，故意引起百姓观望。按照南希的交代，一字不落的宣扬了出去。 并且冷冷地朝顾青书问罪，我家王爷雷霆大怒，此事还请顾公子给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丢下这句话，青阳转身就走，果然引起了一阵骚动。这顾公子自诩痴情君子，没想到私下却是这般模样，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顾青书心头大惊，让人关了府门，把南越交给仆人，让找大夫过来给南越诊治，从他嘴里问出实情。顾青书也在琢磨，南越刺杀南西。 而摄政王专程派人把南越送到自己府上，难道是知道了我和南越的关系？不应该啊，这恐怕是挑拨离间之计。流言很快就会传开，我得快些去相府解释清楚。而这边摄政王府，荣玉为南希准备了豪华软轿，还有一众护卫丫鬟随他回相府。房间里，荣玉正低头替南希系腰带，眸光落在南希被宽袖遮掩的手臂上。你的手伤还没好？ 不能等伤好了再回去吗？南希抬眸望着他，美得近乎妖孽似的容颜，微微一笑。就是带伤回去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荣誉便沉默了。南希突然伸手抱住荣誉的腰，嗅着他身上清冽干净的气息。我不会离王爷而去的。这一生，南希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荣誉立马打断他，不许胡说。抬手抵住南希的唇，谁敢伤害你，本王让他生不如死。南希嗯了一声，心里也在默念。 谁敢伤害你，我也让他生不如死。苍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不就是为了替前世的我们讨回一个公道吗？随后，在荣誉亲自护送下走出摄政王府大门，南希看着眼前这阵仗，嘟囔了一句：“随侍的人数会不会太多了些？”荣誉侧头看着南希，问：“你不喜欢？他们可以保护你。”南希明白荣誉的心意，现在还不想那么高调，叹了口气：“没有不喜欢，就是人太多了，取一半好吗？” 侍女两个，护卫八个。荣玉沉默片刻，点头，听你的。没一会儿，便到了相府，由着贴身侍女银月和银双搀扶下了马车。相府大门外的守卫看见他从马车上下来，满脸的不可置信。大小姐，小人即刻去禀报相爷。顾公子也在，实在没料到被摄政王困在府中的大小姐会突然回来，说话都语无伦次的。南希停在门前，淡淡一笑。顾青书也在。 相府守卫连忙回应：“是，就在松鹤院。南西服服”南希扶了扶衣袖，抬步往里走：“不用禀报了，我自己进去吧，也好给爹娘一个惊喜。”守卫闻言，立马让开路：“大小姐慢走。”对于相府中人来说，他不过才离开相府一个多月而已，而对他自己而言，却已是前世今生的漫长经历。顾青书，你前世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你。南希径自往松鹤院的方向而去。 世人皆说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将丞相嫡女南希强掳进府，限制自由。可实际这个位高权重的摄政王，除了南希要离开王府，其他任何事全都按南希心意办。大梦初醒的南希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荣誉的好终于被他看见了。南希决定亲手撕毁伪君子顾青书的仕途，说服荣誉让他回了丞相府。刚进入松鹤院，南希就听到里面顾青书信誓旦旦的声音。 此事一定是摄政王的挑拨离间之计。小旭从未让南越去刺杀西妹，西妹是我的妻子，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南希听着这话，在门外顿步，心里泛起了冷笑，倒要看看这个顾青书还能说出什么来。里面又传来了女子焦急的声音：“我暂时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想知道希儿现在怎么样了，她伤得严不严重？”相爷，希儿可是你的女儿，她在摄政王府受了伤，你就无动于衷？南希听着母亲的声音。 心头忍不住发酸，他娘亲是唯一把他放在心尖上疼的亲人。可他以前一心扑在顾青书身上，却忘了自己娘亲过得也不好。女儿受伤，他父亲南行之还绷着脸。你要我怎么办？去摄政王府要人？顾青书还需要利用南希套情报，忙躬身说：“岳父大人，去王府接人，还请您三思。”南夫人一听这话，微怒，冷冷看着顾青书：“三思什么？希尔命都快没了，我们不能去把她接回来。” 顾青书忙解释：“小旭不是这个意思，可摄政王是个喜怒无常又心狠手辣的人，只怕惹怒了摄政王，他会伤到夕妹。”顾青书的懦弱推辞，南夫人岂能不明白？眼神发寒，直盯顾青书，所以就任由希尔留在摄政王府。顾青书，希尔对你一心一意，你若真敢伤害他，我第一个饶不了你。顾青书心虚的低头保证。 岳母大人放心，小旭就算伤害自己，也不舍得伤害西妹一根毫发，是吗？听外传来一个不咸不淡的声音。三人闻声齐齐转头，随即不约而同的瞪大眼。希尔南夫人第一个冲过去抱住了南希，心疼的问她这些日子有没有受什么委屈，摄政王有没有欺负她，伤到哪儿了？快让为娘看看。南希轻声安抚娘，我没事，您别担心了。顾青书很震惊的看着南希。 半天才说：“西妹，你怎么回来了？”南希放开他娘，转头看着顾青说：“我听说父亲要把南岳母女接进府，我当然得回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南行之也正疑惑南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听到这句话，脸上立时浮现几分尴尬，几分羞怒之色。你怎么知道这件事？作为一国之相，府中妻妾成群不说，还公然在外面养了外室，如今更要把外室母女接进府，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南希淡淡一笑，原本我是不知道的，可南月昨天借着探望我的名头去摄政王府，着实炫耀了一通。我跟他争辩了几句，他居然拿匕首刺伤我，幸亏摄政王相救，不然我也凶多吉少。此言一出，南夫人顿时大怒：“什么？南月那个小贱蹄子居然敢刺伤你？我非劈了他不可！”南希笑着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娘，南月早上就被摄政王府的护卫送去了顾府。”说到这里，南希转头看向顾青书。 青叔，既然南月去了你那，麻烦你好好照顾他。顾青叔还装正经无辜。西美，男女授受不亲，把他送到我的府上算怎么回事？南希却立马表示，不然把他送到哪？南家大门他是别想进来的。只要有我在一天，他永远就是个外室女。顾青叔脸色骤变，看着性情突然变得不一样的南希，有些惊疑：西美，你怎么了？ 南夫人也是诧异地看着自己女儿，不太明白她在顾青书面前态度为何会如此强硬，完全没了以往的仰慕。不过这样的南希却让她感到心安。南夫人是个过来人，她看出这顾青书和南行之一个德性，以后位极人臣，同样会抛弃糟糠之妻，左拥右抱，风流成性。南希默了默，开口：“我没怎么，南岳刺伤我这件事已经在外面传开，我怕爹娘担心，便回来小住几日。”说着。 他指了指站在外面的银月和银霜，摄政王还特意派了人保护我。顾青书心头微动，暗道保护吗？我看是监督吧。难怪南希今天说话的语气和态度跟以前不同，原来是故意说给外面的侍女听的。觉得还是那个单纯天真、最爱他的南希，又故作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西妹，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是我没用。南希平静的接下他的话，你的确没什么用。顾青说，我们解除婚约吧。 男人还幻想着利用南希步步高升，扳倒摄政王荣誉，却不想南希说要和他解除婚约。顾青书打死都不信，看着南希身旁的银月银霜，觉得是摄政王威胁南希的。南行之和南夫人也是一愣：女儿不是爱惨了顾青书吗？怎么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顾青书听出南希是认真的，故作一副温柔心疼模样：“西妹，我知道一切都是摄政王强逼于你，这不是你的错，我不在乎。” 南希平静地望着顾青书表演，心下忍不住想：好演员啊，演得可真是像，一副深情好男儿模样。若放在以前，南希定会被感动，和他相拥而泣。可现在，南希作为观众出现，他神情淡漠坚定。顾青书，我心意已决，别再对我抱有幻想。随后转身搀扶着他娘亲回听雨楼。顾青书不死心的，还想再争取一下。 南希却当听不见，径直跟南夫人一道离开。银月和银霜带着几分警告意味的杀气，瞪了眼顾青书，让顾青书直接愣在原地。南希不好攻略，顾青书转头看向南行之岳父大人：“西妹定是受了摄政王的威胁。她和月儿姐妹感情这么好，月儿怎么可能会伤她？”南行之眼神探究的看向南希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突然听到顾青书称南月为月儿，这般亲近，青书。 你不会想脚踏两只船吧？顾青书心虚的解释：“岳父大人说笑了，小婿只喜欢西妹一人，对月儿妹妹是爱屋及乌。”这边南希扶着他娘亲回到听雨楼，转头吩咐银霜：“你找人把刚才我跟顾青书说的话传出去，就说我和顾青书取消了婚约，且顾青书也同意了。记得别找摄政王府的人。”银霜迟疑的问：“顾公子好像没有同意吧？”南希冷笑：“丞相府嫡女退婚，轮得到他不同意？”银霜便不再多言，领命去办。 方才在松鹤院，南希陪着顾青书演戏，极力克制想一刀捅死顾青书的冲动。他还想有婚约，最好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把他们扯到一起。现在他是听到顾青书的名字就觉得恶心。母女二人凭退下人坐了下来，南夫人若有所思的看着南希，希儿，你想解除婚约，娘不反对，可为何这么突然？心里疑惑，自己女儿才到摄政王府一个多月，怎么就突然间态度大变？ 毕竟他是亲眼看着自己女儿对顾青书四年如一日的死心塌地。南希深深吸了一口气，嘴角扬起释然笑容。这就一言难尽了。娘放心，我既不是被迫，也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女儿的确是对顾青书恨之入骨，恨不得她立即死了才好。可惜她还不能死，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南希心里清楚，刚才她跟顾青书说的话，自命清高的顾青书绝对不会相信。 他会自动脑补出许多南希是受摄政王胁迫，或者南希故意演戏给摄政王侍女看的戏码，以为南希心里绝对不可能放得下他。不过南希要的正是他自欺欺人，他越是不信，他才能把他前世对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一点全部还给他。南夫人给南希倒了茶，语带忧虑喊着：“希儿，你去了摄政王府这些日子，娘没一日不担心。你爹那个懦夫根本不敢去跟摄政王硬碰，摄政王对你怎样？是不是真如传言那般凶神恶煞？” 说到荣誉，南希笑了起来，告诉她娘亲，摄政王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外面传言多有夸张，而且自己想嫁给摄政王。南夫人大惊，很不可思议地望着南希。南希脸上浮现一抹娇羞和认真，娘别这么惊讶，一个姑娘被位高权重的男子掳去，早已清白尽失。我不嫁给摄政王，还能嫁给谁？南夫人才不管对方是谁，只关心自己女儿的幸福，拧着眉问南希，喜欢摄政王吗？他身份那么尊贵。 以后肯定也是妻妾成群。娘，他不会。兰希语气平静，却透着一种莫名的坚定和信任。荣誉身份地位，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可这么多年一直不近女色，这份自制力不是人人都有的。我虽然还谈不上喜欢他，但也不讨厌。南夫人闻言越发不解：你喜欢顾青书四年，对摄政王只是不讨厌，那为什么要嫁他？一说起顾青书，南希眼底尽是厌恶和恨意。娘。 顾青书那伪君子不值得我喜欢。我认识摄政王时间短，以后可以慢慢喜欢上。而且娘亲不觉得摄政王长得好看，又有权有势，是最佳夫婿人选吗？母女俩聊得畅快，却没注意到隔墙有耳。顾青书不知何时已偷摸过来听墙角，听到南希说最佳夫婿人选，他恨意盎然，觉得南希踩高捧低，转身离去，准备快点给皇帝出谋划策。 把荣玉这个摄政王给拉下来，南夫人还是有所顾忌，压低了声音。摄政王手握重权，当今皇上对他忌惮得很，万一以后有什么，你也会受牵连的。南希却淡笑：“娘，荣玉对我好，我也会对他好。心地不是荣誉的对手，想算计荣誉也得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南夫人赶忙出声打断：“这种话不能随便说，隔墙有耳。”南希却并不在意会不会被人听到，娘，没关系，就算真有万一。 能跟荣玉死在一块，我也愿意。心想，他反正都死过一次了，今生再来一次又何妨？况且南希已不是前世的南希，他心里清楚，只要自己不成为荣誉的软肋，任何人想算计他们都没那么容易。他倒想看看，这一世到底是皇帝能把强悍的摄政王除掉，还是摄政王把皇帝拉下马？南夫人正要说话，门外却突然响起一个女子跋扈的声音：“大娘，我娘让我来取三千两银子去买新镯子。” 明天带去宝林郡主的生辰宴。南希皱眉，这声音是南娇，她是把娘亲这儿当成票号了吗？想要银子就来拿，一个庶女也敢对我娘大呼小叫？今天姐姐我就教教你何为礼数。小妾生的庶女竟敢大呼小叫，叫嚣当家主母，毫无尊卑可言。南希这才知道以前她对她娘亲有多疏忽，后院这些妾室庶女对她娘是这样的态度。南夫人让南希不用动怒，不过是拿点银子。 没必要放在心上，我都懒得与他们争执，这些就当是打发乞丐。南希扑哧一笑，哪有给乞丐这么多银子的？张口就是三千两，这样下去，娘亲就算有金山银山也不够他们挥霍的。南夫人压低了声音，让南希放心，给他们的不过是些现银小钱，那些值钱的产业都是给你留着呢。南希心头一酸，南夫人摸了摸南希的手，安抚着：“你爹做事小心谨慎，又自命清高。” 觉得银子是俗物，所以这些年一直两袖清风。凭他那一点俸禄，都不够维持府里的开销，何况还有外面一些官员之间的来往礼数。所以府中的日常开销都得跟我伸手。他们再无礼也不敢放肆。南希冷笑，自命清高，堂堂一品丞相，拿原配妻子的银子去养女人，除了我这位奇葩的爹，大概没人能做得出来了。哦不，还有一个顾青书，拿着我的钱跟南越打得火热。 跟我爹也算是不相上下。门外半晌没听到回应的南郊就要往屋里闯，却被手持匕首的银月拦住了去路。南郊心惊肉跳地盯着横在自己眼前的银月：“你干什么？你是什么人？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银月挑挑眉：“你当然没见过我，不过你只要知道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就够了。”南郊怒喝：“放肆！你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拦我的路，想死是不是？”银月半步不让。 冷冷盯着南娇，你不就是丞相府一个见不得人的庶女吗？也敢在丞相夫人院子里大呼小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呢。南娇蛮横霸道惯了，头一回吃瘪。银月语气带着十足的恐吓：“你什么你？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否则后果自负哦。”在南娇眼里，这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侍女，也敢跟她这样说话？抬手就要呼过去，突然被一个清冷的声音震住。南希从内室走出来，表情淡漠。南娇。 在我娘院子里显摆你的庶女威风，谁给你的胆子？南郊没料到会在这里看到南希，脸色一僵。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南希淡漠的看着南郊，刚回来，需要跟你报备吗？南郊唯唯诺诺表示，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姐别误会，我只是只是来跟我娘要银子。南希淡漠一笑，表情带着说不出的讥讽。我娘欠你的，没道理的南娇。南郊脸色瞬间涨红，被南希堵得有些下不来台。 不由也生了几分恼意。大娘执掌府里中馈，我要用银子，不就得跟他要吗？南希好想笑，这些人怎么就能说得理直气壮？既然你也清楚这内宅是谁在当家，就应该知道我娘的身份，以及你们母女的身份。所以还请妹妹以后摆正自己的态度。南娇立马不装了，大姐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吧？谁不知道大娘出身商户？我娘虽是妾室，却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千金。若论身份地位，指不定谁尊谁卑呢。 银月闻言，立马横眉怒眼。你说什么？南郊被银月气势吓到，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相府，你最好别乱来。南希心头微暖，却并不把南郊放在眼里，淡淡开口。既然你觉得李姨娘出身尊贵，就管她要银子去吧，别在这里惹人嫌。银月，把她丢出去。银月大声应道：“是。”银月手持匕首，慢腾腾地逼近，看着南郊逐渐苍,苍白的脸色，不由嗤笑。 你滚不滚？银月的气势和目光把南娇吓到了，放了句狠话，就麻溜的滚蛋了。南希面无表情的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转头看向银月。他刚才说明天是宝林郡主的生辰，姨娘出身尚书府，虽是尚书府庶女，却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宦家小姐。比起出身商户的丞相夫人袁氏，他向来自认高人一等，从不把南夫人看在眼里。尤其南行之也公然嫌弃嫡,嫡妻的出身，李氏自然更加有恃无恐。 所以，当南娇哭哭啼啼回到翠玉轩时，他又惊又疑：“你说什么？南希回来了？他不是在摄政王府吗？”南娇拉着他娘亲的手，愤恨说：“不知道。”随即恶意猜测：“定然是被摄政王抛弃了，不然他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他们不给银子，南希还说：“我对他娘无礼，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说娘只是个妾室，根本不配在他面前说话。”李氏一听，咬了咬牙，简直是可恶。随即阴冷一笑：“没关系。” 南希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也就嘴上逞逞威风。遇到那个顾青书，还不是屁颠屁颠就倒贴了上去，装什么矜持尊贵？南娇擦去了眼泪。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拿不到银子，就买不到那只心仪的镯子。明天还怎么去参加宝林郡主的生辰宴？李氏对着镜子理了理鬓发，自信开口说：“别急，娘生的美，又有轩儿这个相府独子在你爹面前争气，还怕对付不了一个袁氏？”李氏胸有成竹的笑了笑。 娘这就去帮你把三千两银子要来。哦不，三千两哪够，至少得五千两。口口声声喊着自己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小姐出身，怎么也瞧不起商户女，却舔着脸问人家要银子，要不到便跑到南行之面前去装可怜哭诉：“老爷，宝林郡主可是长公主最疼爱的女儿，娇娇好不容易能去跟名门贵女打交道，凭什么南希一回来就断了这个机会？她是不是自己过得不如意，就故意为难娇娇？大夫人就这么教导女儿的吗？” 妾身向来教育娇娇不可对长辈无礼，也不知是不是今天礼数不周，惹大小姐生气了。南行之这个假清高，听了小妾片面之词，就指责自己的原配夫人太不像话，相府嫡女却毫无容忍之量，立即叫来贴身侍卫，你去告诉大夫人，我要用银子让他拿五千两给我。李氏几乎想放声大笑，却硬生生忍住了，给南行之加了块肉。相爷对妾身真好，来吃块肉补补身子。 南行之被他哄得心花怒放，金银这种俗物，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我不耐烦听这些。每次听到银子，他就忍不住想到原配妻子的出身，一个卑贱的商户女，堂而皇之的霸占着丞相夫人的位置，实在是让人心头不悦。李氏娇柔的依偎过去，老爷是心怀天下的贤臣，妾身只是被金银沾染的俗人，吃喝穿戴都离不了他，还得靠着老爷感化呢。南行之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哼了一声，就你嘴巴会说。 李氏心里撇嘴，你不就爱吃这一套？脸上却笑得越发灿烂，不停地给南行之夹菜。这时贴身侍卫路飞回来，躬身禀报：“相爷，大小姐受伤，夫人心情不好，谁也不见。”李氏闻言脸色一变，原是这是故意要跟我作对。南行之愣了一下，才想起南希昨天被南岳刺杀一事，不由皱眉：“大小姐伤得重不重？”路飞刚要回话，李氏已然开口。 老爷真相信是南岳刺伤了大小姐？南岳性子柔弱，进了相府还得看嫡姐的脸色过日子呢。他有什么理由刺杀南希？南行之闻言，似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你的意思是说，南希故意陷害南岳？李氏淡淡一笑，妾身不敢这么以为，只是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疑惑。老爷想弄清真相也不难，只要去看看大小姐是否真被刺伤，不就知道了。他不相信如花似玉的南希真敢在自己身上划上一刀。 南行之想了想，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当了丞相之后，已经不想再踏进袁氏的院子，此时却不得不站起身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边南希猜到一会儿他父亲会过来，唇角挑起嘲弄的笑意。李氏拿不到银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不知道怎么在父亲面前挑拨离间呢、啊。南夫人淡笑，三千两转眼涨到了五千。李氏在你父亲面前从来都是狮子大开口。南希冷哼了一声：“娘也别担心，从今以后。” 他们别想再从娘这里拿到一两银子。南夫人很意外地看着自家女儿，什么时候这么强势了？希儿，你最近受了什么刺激？南希心里回应，可不是受了刺激。四年深情付出换来了狼心狗肺，自己落到一个凄惨结局不说，害得那位金贵境遇如天神般的摄政王也不得善终，身上背负着人命呢，还能跟以前一样无底线的善良？片刻抬眸看向他娘亲，娘还喜欢父亲吗？你对这个负了你的男人？ 还有一点割舍不下的情谊吗？南夫人性子本就洒脱，南行之如此负她，哪有那么多割舍不下？总纠结着不该纠结的东西不放，反而是在惩罚自己。娘没那么傻。南夫人环顾这屋子里的精美陈设，也许只是不想让多年努力便宜了那些贱人。当年你爹一穷二白，连进京赶考的盘缠都是我出的，我供他吃喝，供他读书。他入世之后需要各处打点，所有的银子也都是我出的，完全可以说他有今天的身份地位。 最大的功臣就是我，我要自请和离，相府的一切就归了李氏那贱人所有。我多年付出，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他想得美。南希闻言，心下微松，挺好的。看来母亲对父亲也是失望透顶了。如此一来，我以后行事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南行之是效忠新帝的人，前世害死摄政王这件事上，他也没少出力，从头到尾对南希这个嫡女的生死毫不关心。 在南行之心里，妻子是让他丢脸的商户女，女儿则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只要阻碍了他的仕途，那么谁都是可以被舍弃的。这一世南希归来，就是拿回属于他们母女的一切。任何人敢不自量力的肖想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他都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会儿，南行之带着李氏来到了听雨楼，夫人和大小姐可在屋里。银月淡淡点头在，在南行之不满银月冷淡的态度，不过想到这个侍女是摄政王府的人，便忍了下来。 然而李氏却是个不识货的，直接怒喝了过去：“你这个侍女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看到相爷过来不行礼就罢了，还不赶紧把门打开！”银月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姑娘没吩咐我开门，你是哪根葱？反了！奴婢敢跟主子叫板！”李氏暴喝一声：“你是想死了是吧？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南溪推门走了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这个家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李氏仗着南行之在。 觉得南希不敢对她无礼，挑衅道：“哟，大小姐在说谁？说我吗？”南希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却依旧淡漠。李姨娘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小妾怂恿着南行之去郑夫人那里要银子，仗着南行之的身份和宠爱，挑衅南希这个相府大小姐。南希却不惯着他，三言两语便让李氏暴跳如雷。大小姐这么跟长辈说话，不觉得不恭敬吗？南希轻扬嘴角，原来李姨娘还记得我是这个家的大小姐啊。 那是不是也该记得当家夫人是谁？别忘了正妻和妾室的尊卑之别，需不需要我提醒你？该如何维持一个小妾该有的分寸和礼仪？李氏背对的哑口无言。她是世家小姐出身，也的确只是个小妾，自己理亏又装可怜，转头看向南行之老爷，你看他。南行之张口就指着南希，够了，希儿，怎么跟长辈说话的？南希丝毫不怒，反而更加漠然。我哪里说的不对？ 我是嫡长女，是相府正儿八经的主子。李姨娘只是个妾室，我高兴时称她一声姨娘，不高兴时，她在我和我娘面前都得自称奴婢。眼下她无礼在先，父亲反倒指责起我来了。女儿没有卖她的面子。南行之微怒：“你放肆，怎么跟为夫说话的？让你母亲出来。”南行之心里更加鄙夷，果然是商户女教出的女儿，没有一点嫡女的风范。南希淡笑，悠悠开口：“说起母亲，我还想起一件事，这丞相府正妻。” 只有我娘一人，按照规矩，所有的庶子庶女都该尊称我娘为母亲，而不是大娘。李姨娘是妾室，就算是她的亲生儿女，也只能称她一声姨娘。这就是正妻和小妾的区别。说着，南希懒洋洋挑眉：“父亲身为一国丞相，应该不会在内宅规矩上落人口舌，惹人笑柄吧？”南行之闻言大怒：“放肆！南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你不尊长辈，骄纵跋扈，立刻给我去祠堂里跪着！” 这可不行！银月站出来护住南希，冷冰冰的开口：“我家王爷让我要好好保护姑娘，绝不能让任何人欺负姑娘。谁若是敢惹怒了姑娘，我家王爷发起怒来，我跟银霜可吃不消，都得一五一十据实以告的。”银月话音落下，南行之和李氏都安静了。堂堂一国之相，这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摄政王荣玉的威名相当好用。这时，南夫人从内室走了出来，已经完全把曾经深爱的男人当成了陌生人。 眼里没有丝毫爱意，如此气势汹汹的找我干什么？又来要银子？南夫人说的直白，完全不顾纪南行之清高的性子。果然，南行之闻言脸一黑：“什么叫又来要银子？这府里的东西本相无权动用，你即刻从库房里给我取五千两银子来。”南夫人冷笑：“库房？不知相爷每年往库房里放了多少银子？我倒是想取来，可库房里有吗？”南行之恼羞成怒，大吼。 你眼里只剩钱了？别忘了，你是丞相夫人。你出去看看外面那些一品二品夫人，哪个不是高雅端庄、诗酒花茶？有谁整日里把这些俗物挂在嘴边的？果然是商户女出身，上不得台面。南夫人也丝毫不恼怒，但笑着。既然相爷听不得这些俗物，也看不上商户女，以后就别让人来我这里拿银子。库房若有银子，就直接去库房取，免得传出来还让外人以为你堂堂相府的妾室庶女们都得靠着一个商户女来养活。 玷污了你那些妾室们清贵高雅的气质。说罢，迈出门槛，温柔的看向南希希儿，娘在府中待得实在闷得慌，我们出去逛逛，看看给你添些什么首饰之类的。南希挽着他娘的胳膊，笑眯眯的应下好。母女二人手挽手走了出去。南希又回头吩咐银月跟着她。银霜留在府中，别让人在她娘亲屋里乱翻，要是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唯她是问。银霜面无表情的应下。 母女二人浑然不管南行之和李氏那黑成锅底的脸色。南行之自命清高，唯一收入就是他的俸银，却根本不够府中开销，全都是靠男夫人才能吃香喝辣。李氏很清楚，有些急了：“老爷，这娇娇的镯子怎么办？”男夫人头一回拒绝给银两，南行之被气得不轻，根本不想再搭理李氏。爱、哎、怎么办？怎么办？真是不可理喻！我乃辅助天子之人，岂能因这些黄白俗物污了名声？ 南希觉得这个爹还真是好笑。立身于世间，谁能真的做到不沾半点俗物？除非不吃不喝，直接羽化成仙，视钱财如粪土。有这么高洁，怎么不归隐山林去？反倒在这勾心斗角的官商中苦苦挣扎？马车行驶在长街上，南希不由得感叹：前世被困在摄政王府，若非他一个劲的作，想要离开王府出来看看这喧闹场景，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抬眼看到一间熟悉的墨宝斋，回过神，淡淡一笑。 娘，咱们去看看。南夫人掀开帘子，朝外面看了看，眉头微皱。希儿，你莫非又是想买什么东西送顾青书？南希摇头，不是送他的。南夫人眉头一皱，难道是送给摄政王的？踏进墨宝斋，南希看到掌柜正在给一个客人介绍砚台，他漫不经心的打量了一番，极有耐心的等着。墨宝斋外面响起一个少女惊诧的声音，南希。墨宝斋内顿时一阵安静。 掌柜的和那位准备买烟的公子都齐齐转头看去，南希自然也顺势转头，看到一位紫裙少女，眼神讥讽的在打量自己。南希，你不是应该在摄政王府吗？怎么来了这里？不会是摄政王不要你，把你赶出来了吧？南夫人还以为是南希的朋友，没料到一张口就如此让人厌恶。你是谁家的小姑娘？怎么说话如此没礼貌？少女看到南夫人皮笑肉不笑的嘲讽。 我倒是谁呢？这不是丞相大人府上那位出身商户的正一品夫人吗？怪不得南希在这里。不过也能理解，一个刚刚失去了名节又被抛弃的女子，这娘亲要是不多疼着点，万一寻短见了怎么办？你们说是不是啊？她身边跟来的侍女纷纷点头。郡主说的对。南夫人越听这小姑娘说话越膈应人，正要跟她理论一番，却见银月气势汹汹的走上前。我倒是谁在这里阴阳怪气、臭气熏天呢？原来是宝兰郡主你啊！ 郡主是最近没人疼没人爱，见我家姑娘有人宠着，忍不住眼红嫉妒了吗？少女脸色涨红，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教训本郡主？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扬手就朝银月的脸上呼过去。银月蓦地抓住她的手腕，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清脆响亮，整个墨宝斋的人都惊呆了。郡主前一秒还趾高气昂，扬言要撕了小丫鬟的嘴，下一秒就被小丫鬟无情的一巴掌呼在脸上。 整个莫宝斋的人都惊呆了，宝兰郡主不敢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你居然敢打我！”银月慢条斯理的活动了下手腕，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银月，摄政王府金牌护卫之一，奉我家主子之命保护南溪姑娘。别说打了你，就算当街把你杀了，我保证你的爹娘也不敢找我家主子兴师问罪。宝兰郡主从听到我是银月摄政王府的金牌护卫之一开始，肉眼可见的怂，想死的心都有了。银月又朝后退了一步。 郑重介绍，这位南希姑娘可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未来的摄政王妃，我家王爷心头宠。王爷特意交代过，任何人敢对南希姑娘无礼，打死打残了都算在我家王爷头上。谁敢不服，找我家王爷理论去。南夫人不由转头去看自己的女儿，摄政王当真这么说过吗？南希心头一动，丝毫不怀疑银月说的真假，毕竟荣誉那深厚的爱。 他最清楚，倒是挺像他会做的事。此时的银月气场强大，瞪着宝兰郡主，以后再敢对我家姑娘无理挑衅试试。宝兰郡主根本连一个字都不敢反驳，眼泪都噙在了眼眶里，纯属吓的。片刻后，宝兰郡主哇、啊、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不敢了，不敢了还不行吗？慌慌张张逃走，侍女们也赶紧跟上，墨宝斋再也没人敢多说一个字。 一场挑衅的闹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丝毫没有拖泥带水。南夫人眼带崇拜地看着银月，真有气势。银月眉开眼笑，扶了扶身，多谢夫人夸奖，保护姑娘是奴婢分内职责。南希刚想让银月低调，话还未出口，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喊叫。南希转头看去，顾青书匆,匆匆地跑了进来。南希淡,淡淡瞄了一眼，这一声顾公子让顾青书脸色微变，怎么叫的这么生分？随即又开始了他的演技。 西妹，我有话想跟你说，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听起来就像被人始乱终弃似的。南希注意到墨宝斋好些人都竖着耳朵看热闹，那就正好借此给顾青书当头一棒。语气平静的开口：“顾公子，男女授受,受不亲，况且我们已经解除婚约。南月刺伤我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还望顾公子别再逼我。”看热闹的人立马炸开了锅，原来婚约解除的传言是真的。 听南姑娘的语气，难不成南越刺杀一事真是出于顾青书的授意？顾青书眉头微皱，一脸受伤的看着南希：“希妹，你到底怎么了？我们四年的感情，你真的说抛就抛？”南希看着眼前这个演技精湛的男人，不去当戏子都可惜了。不就是演戏吗？谁还不会一点？南希走出去两步，面上带着几分苦涩：“顾青书，以前是我年幼无知，你就忘了我吧。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顾青书一脸深情，伸手欲去拉南希，却被南希避开。喜美，可我只喜欢你一人，我的心只为你一个人跳动。若没了你，我都不知该如何活下去。南希低眉，语气黯然失落。没了我，你不是还有南越吗？南越说他已经怀了你的孩子，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她。围观的众人大惊，看向顾青书的眼神顿时火热了起来。真是个劲爆的消息，南越怀了顾青书的孩子，这是那个深情君子吗？ 顾青书被围观的人看得脸上阵阵发烫，难堪至极，还硬要辩解。西妹，这样的事情怎能乱说？南希淡笑，我乱说了吗？南越有没有怀你的孩子，你和他心里最清楚。你不信，可以请大夫给整个脉看看。哦，对了，南越在摄政王府刺伤了我，然后被王爷所伤，孩子有没有保住，我不敢肯定。你还是早些回去看看他的情况，他的身边不能没人。 顾青书心头一紧，因为前些日子他已经和南月有了夫妻之时，他是真担心南月肚子里的孩子。狼狈的咬了咬牙，西妹，我喜欢你是真的，你对我分明也有感情，取消婚约一事，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先走了，也不等南希回话，就匆匆离去。围观的人见状，面面相觑。顾青书走得这么急，南二姑娘不会真怀了孩子吧？ 竟然脚踏两条船，当真人不可貌相，口口声声说喜欢男姑娘，可一听到那位男二姑娘怀了孩子，就拼命往回跑，这不就坐实了怀孕的事实吗？南希心里冷哼，有这么多围观的人在，刚才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顾青书不是自诩深情款款吗？不是标榜自己为君子吗？倒要看看，在明知南越已经进不了丞相府后，不可能成为南家正儿八经的二姑娘，顾青书究竟会作何抉择？ 顾青书得知南越可能怀有孩子，匆匆回府，被有心人抓住，大肆宣扬顾公子背信弃义，表面深情款款，背地里却想效仿古时候的娥皇女英共侍一夫。其实，在南越怀孕这件事上，南西没有故意冤枉顾青书和南越前世的这个时候，南西被困在摄政王府，忍辱负重，南越却早已经跟顾青书打得火热，委身给了顾青书。刚刚踏进丞相府大门没几天。 南月和顾青书就双双跪在南行之面前坦白已有身孕，两人奉子成婚，顾青书也依然是相府的乘龙快婿，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这样有辱门风的丑事，丞相大人是不可能往外泄露的，所以南希一直被蒙在鼓里。等他知道这个消息时，南岳的孩子都快满月了。所以南希根据前世推断，南岳怀孕就在这几天。虽然不敢确定，但方才顾青书匆忙又心虚的反应，两人有过肌肤之亲，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围观的人还在替南希愤愤不平。以前南姑娘对南二姑娘也是疼爱有加，没想到她刺伤南姑娘不说，还和顾青书搅在一起，真是个白眼狼。南希回神，淡淡开口：“南越只是个外室女，我父亲素来注重声誉，绝不会让南越这个外室女进家门的。所以各位可以改口了，她不是南家二姑娘。”一男子似笑非笑点头：“也对，毕竟是皇上面前最得宠的相爷，当然得门风清白。”心里却鄙夷不屑。 若当真注重声誉，还能让那个青楼女子怀了自己的孩子？南希将众人对南行之的鄙夷收入眼底，淡淡一笑，转身进了墨宝斋。这个父亲还当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嘴里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南希目光落在方才掌柜介绍的那座端砚上，问掌柜的：“除了这鱼跃龙门的雕纹，有没有其他的？”掌柜的热情笑问：“南姑娘想要什么样的？”南希沉吟片刻，想说要个五爪金龙的。 却担心这话说出来，直接把掌柜给吓死，便说龙凤呈祥。掌柜的闻言，心下顿时泛起狐疑。南姑娘不是才刚刚跟顾青书解除婚约吗？怎么突然想起买个龙凤呈祥雕纹的砚台？好奇的开口：“南姑娘是要留着自己用，还是送人？”南希回应他送人。掌柜的点头：“好嘞，我这就给南姑娘包起来。” 南夫人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南希的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思量。希尔真的喜欢上摄政王了。拿着刚买到手的砚台，南希看向南夫人，喊了声“娘”，还想去别处逛逛吗？南夫人宠溺一笑：“当然要去，不是说好了要给你添几件首饰的吗？”南希淡笑：“首饰什么的，其实我也不缺，买多了浪费。”南夫人拉着南希的手，温柔地说：“钱赚来不花，放在那里干什么？你就算天天出来花个几千两。” 娘的钱也够你花很多年。南希沉默片刻，娘，银子不怕多，以后总有用得到的地方。南夫人听得出南希话里隐藏着一些异样深意，却也没多问，只是宠溺地拍了拍南希的手，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娘说过了，我手里所有的产业以后都是你的，其他任何人，包括你爹在内，都别想打他们的主意。南希感动万分，还好一切都来得及，定不负那些真心疼爱自己的人。随后。 母女俩坐上马车，去了另外一条街。南夫人又缓缓地说：“原本看在我还是南夫人的份上，府里的开销我倒是愿意出的。反正那些钱对我来说也就是九牛一毛。不过既然你不乐意，娘以后就不再给他们钱了。”九牛一毛，南希想到他娘那三千两银子都只当打发乞丐，忍不住嘴角一抽。果然是财大气粗的娘，说话的口气就是不一样。马车沿着长街到了专门售卖首饰、胭脂水粉的繁华街口，停了下来。 南希正要下马车，掀开车帘之际，却忽然看到了一个眼熟的人。那道青衣身影从视线里一闪逝，南希心头一紧，想起了摄政王府里有内奸，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传递消息？南夫人见南希放下车帘，久久没有动，不由开口问道：“怎么了？看到了熟人？”南希回身笑了笑：“可能是我眼花了，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等一下我要去摄政王府一趟。”南希要主动回王府，银月闻言心花怒放。 王爷下午应该会在军营，姑娘可以先好好逛逛，王爷不会生气的。南希淡笑：“我不是怕王爷生气才回去，而是有事情要跟他说。”银月闻言顿时高兴得不得了，姑娘有事主动跟王爷商议，王爷铁定会很高兴。南夫人看着银月，表情不由有些微妙。位高权重的摄政王会因为希儿主动跟他商议事情就很高兴，有这么夸张吗？宝林郡主生辰在即，南希搀扶着他娘亲下了马车。 打算去墨玉阁里看看镯子。墨玉阁是皇城最有名的珠宝楼，价值不菲，都是特别有钱的权贵才买得起。南希和她娘亲刚踏进墨宝阁，阁中就有眼尖地人认出了他们，热情又惊讶地打了声招呼。正在看首饰的其他人听到这一声招呼之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南希，表情各异。一位穿着玫红长裙的夫人阴阳怪气地开口：“你们也是来为宝林郡主挑生辰宴的贺礼吧？我家珠珠正为难送什么好呢。” 男姑娘，要不要帮我拿个主意？旁边的少女一脸为难的表情开口：“娘，宝林郡主没有邀请男姑娘。”南夫人认出对方是礼部尚书林大人的妻子，而他们这是摆明着要落自己女儿面子。林夫人又故作不知，匆匆捂着自己的嘴：“抱歉，抱歉，我不知道，我以为宝林郡主会邀请男姑娘呢。”少女也低声解释：“南姑娘之前不是在摄政王府吗？郡主可能是觉得不方便，并没有故意看不起你的意思。” 不过，南姑娘怎么有机会出来了？莫非摄政王这么快就对你不感兴趣了？这母女二人这么一番有意无意的解释，让围观的众人注意力转移到了南希被摄政王厌弃了。这些人要来自取其辱，南希准备成全，却被她母亲拦住了。南希不解地看向她母亲，见南夫人面无表情地看向眼前这些号称高雅端庄的夫人和世家千金，便安静地让母亲庇护。林夫人还在言语讥讽，听说南姑娘跟顾公子的婚约解除了，也是。 摄政王身份尊贵，权势滔天，比起暂时还只是个侍郎的顾青书，不知好上多少倍。若嫁给了摄政王，便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南夫人皱眉，这就是南行之整日里挂在嘴边夸赞的官家夫人和千金闺秀，这根本就是一群市井泼妇。南夫人淡淡开口：“林姑娘倒是面子挺大，能接到宝林郡主的邀请。林尚书在朝为官三十多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尚书的位置，也是该借此机会跟郡主打好关系。” 林夫人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不安的问南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南夫人淡笑：“没什么意思。林大人为官不易，眼下年纪也大了，应该没什么往上晋升的机会了。二位当着我这个一品丞相夫人的面，都敢言语奚落我的女儿，当真是够胆啊！”林夫人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意识到自己只顾着逞口舌之快，而忘了对方的身份。 虽然大家都知道丞相嫌弃正妻是商户女，就算不得宠，她也还是丞相夫人，南希也还是丞相府大姑娘。林夫人面露尴尬，讪讪解释：“我其实没什么恶意。”南夫人没有心情听她那虚情假意的解释，抬眸看向围观的众人。南希被摄政王带进王府，并非自愿。方才林夫人也说了，摄政王身份尊贵，位高权重，岂是南家能抗衡的？我知道。 如今希尔在名节上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清白，毕竟有很多愚昧之人，就如同林夫人这般，对人总是满怀恶意，遇到点什么事就迫不及待的先给人安上点罪名再说，哪管真相如何。众夫人被南夫人说的纷纷羞恼，南希看着她娘亲的背影淡笑，她娘平日里对姨娘庶女们的无理挑衅都是懒得反击，今天却为了她却主动开口，对着一群嘴碎的夫人哑口无言，被人庇护的感觉真好。 南夫人居高临下俯视着众夫人，气场强大，所以希尔也是替顾青书着想，才取消了跟他的婚事。这一点还希望各位明白。至于说飞上枝头做凤凰，我不敢说别的，就眼下来说，各位的女儿有谁比得上我家希尔？是比我家希尔身份高贵，还是比他有钱？今天这间银楼，我动动嘴就能把它买下来。各位夫人买件首饰却还要犹豫半天，买完之后回去再肉痛几天，这就是区别。 几位夫人脸上都有些挂不住，这打脸打得啪啪响，让人恼羞成怒又无地自容。所以，我家希尔就算不往枝头上飞，也照样不比凤凰差。各位夫人有议论别人的功夫，还不如早些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自家的女儿该往哪个枝头上飞。银月暗暗竖起大拇指，说得好。南夫人不疾不徐的说完，浑然不管各位夫人的脸色，拉起自己女儿的手。另外，摄政王很尊重我家希尔。 今日也是专程派了王府的护卫送他回府。银月终于等到了机会，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冷冷看着眼前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嘴碎妇人。夫人说的没错，我家王爷说了，南希姑娘以后就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未来的王妃。谁敢欺负了她，待我如实禀明王爷，还请各位自己去跟我家王爷解释。说到这里，银月转头看向南希姑娘，林尚书家的夫人和千金太过无礼，不如告诉王爷，罢了林尚书的官职。 把他们一家赶出帝都如何？林夫人脸色一白，慌忙向南希求情。南希微微点头，就依你的意思办。银月转头伸手一指：“你、你，还有你，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说我家姑娘被王爷抛弃了是吧？说我家姑娘嫌贫爱富，攀高枝儿是吧？我告诉你们，我家王爷对姑娘爱护得很，才舍不得让她受一点点委屈，就喜欢姑娘嫌贫爱富，巴不得男姑娘去攀他的高枝。” 南希心头泛起难以言喻的滋味，很温暖。虽说银月侍奉了荣誉之命保护我，可这丫头怎么这么可爱呢？林夫人早已回过了神，生怕银月真的回去告诉摄政王，连忙出言挽回：“男姑娘，我其实没有恶意，我真的不知道南姑娘没收到请帖。”银月挡在跟前，冷喝道：“林夫人不用解释了，我家姑娘早就接到了请帖，所以今天也是过来挑贺礼的。不知你们挑好了吗？要不要我家姑娘给些建议？主子强悍无比。” 连带着侍女也霸气外露，主动找事的林夫人等人吃了南夫人一套，又有银月这个王炸，此刻格外谦恭。我们挑好了，南夫人和南姑娘慢慢跳，我们先走了，改日请二位到尚书府喝茶，我一定好好招待。说完，拉着他女儿迅速逃走，其他夫人也都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南夫人望着落荒而逃的众位夫人，冷冷嗤笑：“我还以为一个个多有勇气呢，听到摄政王的名字。” 就吓得面如土色，居然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人冷嘲热讽，这不是自找难堪吗？银月出声附和：“夫人说的对，他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看人如意就落井下石。如今虽然新帝已经登基，可根基尚浅，朝政大权几乎都掌握在摄政王的手里，他只要一句话，皇帝也就不了摄政王想办的人。”南希深深体会到被人庇护的感觉，沉默了良久，眼底有些湿润。银月忽然发现南希眼睛有点红。 顿时一急，姑娘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委屈了？姑娘心里要是觉得委屈，奴婢这就回去告诉王爷，让王爷出面收拾这些不自量力的夫人。南希摇了摇头，笑了起来：“不是，我只是有点感动罢了。”银月一愣：“不会吧？就这么点小场面，都让姑娘感动成这样？那王爷以后要对姑娘再好点，姑娘会不会感动的以身相许啊？”我得要好好的跟王爷禀报。南希并不知道银月此时心里的想法。 他只是在想，上天垂怜，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大概就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回来报答这些对他好的人。希尔南夫人在柜台边喊南希过去看看这只翡翠镯子，戴上定是贵气十足。南希走过去看了一眼他娘手里拿的那只镯子，顶级的翡翠，成色很好，特别漂亮。掌柜的赶紧热情介绍：“二位真有眼光，这镯子乃是本楼的镇楼之宝，连长公主都看上了，只是有些原因，所以才没买。” 南希心领神会，应该是因为太贵，长公主没舍得银子吧？公主府每个月的俸禄也有定额，虽然不乏一些额外的进账，可比起财大气粗的南夫人，却又是小巫见大巫。南夫人看上什么东西，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可以买下来。她把镯子戴在南希手腕上试试，晶莹透绿的玉镯衬得南希纤细的手腕越发嫩白如玉，很漂亮。南夫人很高兴，南希看了一眼，的确漂亮。 又转头看向银月，问银月喜欢什么样的款式，自己挑一只给她买。银月诧异了一下，随即连忙摆手，不不不，我不要，姑娘不用贿赂我。南希失笑，你说什么呢？我这不是贿赂，只是觉得你跟我年纪一般大，正是如花似玉的时候，也该有件像样的首饰。银月知道墨宝阁每一件饰品都价值不菲，无功不受禄，自己就是个护卫，哪能把这么贵重的首饰往手上戴？连连摇头，真不用。 我是练武之人，戴不惯这些，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就太可惜了。而且姑娘，我也有首饰。银月悄悄把手抬起来，撩了袖子给南希看。南希看到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圈银质的特殊手环，心头微动，这是暗器。银月很诧异，姑娘认识这个？又低声解说，这个防身暗器可厉害了，能杀人于无形。改天我做一个送给姑娘防身用。南希笑了笑，好。她发现。 荣誉给他挑选的这个护卫是真的可爱，该泼辣的时候泼辣，没人招惹的时候又像个天真单纯的小姑娘。掌柜的又赶紧吆喝，这只镯子的价格是一万零一两，寓意万里挑一的意思。男夫人闻言挑眉，万里挑一，她并不在乎这个高价，做娘的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女儿，听的寓意也不错。掌柜的却有些心虚，好些人看了想要却买不起，男夫人不会也嫌贵吧？干笑着点了点头，对。 却不料南夫人非常开心的掏出来一沓银票递了过去，掌柜的收好，不用找了。掌柜的看着厚厚一叠银票，笑道：“夫人果然大气。”南夫人豪爽一笑：“今天带着女儿出来逛，就是来花银子的。何况刚才赶走了你这么多客人，不大气点能行吗？”在掌柜的热情欢送下，南夫人带着南希又去另外一家宝楼，临近午时才满载而归，打道回府。 南希一走进听雨楼，就看见南娇焦躁的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很不耐烦。南娇听到动静，转头，脸上的不耐瞬间被笑容取代。大娘，姐姐，你们回来了。南希似笑非笑抬头，看来李姨娘并没有把我说的话告诉给你啊。南娇一愣，忙问什么话。南希笑了笑，我娘乃是丞相府当家主母，按照规矩，你应该如何称呼？丞相府庶女心高气傲，可眼下有求于人，心里很不愿。 但面上还是恭恭敬敬开口：“母亲，以前是娇娇不懂礼数，劳烦母亲教导。”想着等自己跟宝林郡主打好关系，再慢慢整治这母女。南希淡淡抬眸，这声“母亲”怎么听起来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不过我娘素来也不在乎这些，否则早就整治内宅了。南娇心里冷笑：“整治内宅，大娘有这个权利吗？出身商户，身份如此卑贱，还妄想跟那些高门大户的当家主母一样？” 让妾室庶女都对他毕恭毕敬，做梦去吧！南希注意到了南郊脸上的嘲讽，可他并不在乎，淡淡开口：“既然你已经请过了安，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回去吧。我跟娘亲逛累了，需要休息一下。”自己都低声下气，钱还没要到，南郊心头一急：“大娘不，母亲。”南夫人面无表情的回头：“有事也得明天再说，我现在很累。”南郊红着脸，硬着头皮张口：“可是明天我要去参加宝林郡主的生辰宴。” 贺礼还没备上，南夫人冷冷瞥了一眼，那你还不赶紧去准备，杵在这里干什么？南娇几乎快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老不死的到底是在装糊涂还是真傻？硬生生压下心头怒火，恭恭敬敬地说：“我想跟母亲拿点银子。”南夫人却回应：“要什么银子？你每个月不是都有月例吗？”南娇嫉妒地看着南希身上穿的冰蓝色娇绡长裙，一件衣服就抵得上她好几件。 还有银月手里抱着的一个个锦盒，她几乎忍不住想要去抢。那点阅历哪够？都是相府的女儿，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凭什么大姐就能搞特殊？南希看出了南娇心里的想法，走了过来。因为我是我娘的亲生女儿，花娘亲的银子是理所当然。你也不用嫉妒，李姨娘是你的亲娘，她的银子应该也会心甘情愿给你花。南娇气急了，我娘就是因为没钱，不然我用得着在这里低声下气吗？ 在心里吐槽了一番，依然低声下气的开口。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南夫人说完，扫了一眼屋里的下人，你们都给我听好，从今天开始，除了大姑娘，任何人进我这院子都必须提前通报。要是再有不相干的人闯进来，一律按家规处置。众人领命，传了下去。南娇恨恨的看了一眼南希，想着一定是南希从中使坏，否则以前的软柿子怎么可能突然间变得这么强硬？ 来这里拿银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有拒绝过，都是要多少给多少，唯独今天不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先把银子拿到手再说。南娇收敛的情绪喊道：“大姐，以前是我不懂事，以后我一定好好侍奉母亲。姐姐这一次就原谅我好吗？”南希淡淡一笑：“以后看你的表现，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南娇以为有戏，心头一喜。那这次，南希打断他的话：“这次什么？” 你们母女一天内接连来闹，还请来了父亲，真以为我是没脾气的纸老虎？南郊绷不住了，直接露出本来面目，正要说话，却蓦地对上南希那双清冷疏离、遍布寒意的眸子，只看得南郊满腔的怒火被瞬间浇灭，只剩下惧意。真是见了鬼！大姐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冷冽的气势，竟比那些郡主还让人心悸？回去吧，以后不得母亲允许，别再轻易踏入听雨楼。南希说完，直接把门关了起来。 守在门口的银霜霸气开口：“还不快滚！”没有如愿以偿的南娇气的脸色铁青，双眼冒火，却也只能离开。南夫人又劝解南希：“南娇母女只是性子骄纵，真要说有什么心计，反倒是抬举他们了。所以希儿，你别太把他们放在心上。”南希点点头：“娘说的对，如今真正值得放在心上的，其实是南岳的母亲柳氏。柳氏以前是青楼的花魁，不仅有一等一的美貌，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 还格外善解人意，所以轻易就能虏获男人的心。就连南希那位自命清高的父亲也没能逃过柳氏的魅力风情，十六年前就给他赎了身。想到这里，南希突然眉心微皱，才注意到他爹跟柳氏的关系维持了十六年，而他今年也才十六岁，等于他母亲怀他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出轨柳氏。青楼花魁柳氏，一等一的美貌，心计也非常人能比，所以轻易就虏获了南希父亲的心。 自命清高的南行之为其赎身，还生了个小心机女南月。南希有些气愤地问他娘亲：“我爹跟柳氏的关系维持了十六年。”南夫人摇了摇头：“也不是一直维持着。柳氏毕竟是勾栏之地的女人，你爹又看重声誉，所以他们之间断过几年。”此事一开始，我是完全被蒙在了鼓里，根本不知道柳氏的存在。当年我有身孕的时候，你爹开始抬小妾进门，而且当年很多官家夫人故意跟我示好。 变相的在我面前强调着男人本该三妻四妾的言论，久而久之，我好像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却没想到你爹变本加厉，小妾纳了一房又一房，我也对他越来越失望。说到这里，南夫人嘴角浮现嘲弄，可能功成名就之后，他就不再稀罕糟糠之妻对他的帮助了。南希听到这里，始终觉得不简单，怎么就有了南岳呢？十六年前的柳氏可是炙手可热的青楼花魁，勾栏院的摇钱树。 老鸨怎么可能允许他怀有身孕？南夫人叹了口气，大概在你六岁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柳氏在跟你爹共度春宵之后，瞒着所有人生了个女孩。这事就连你爹都被蒙在鼓里。南希凝眉，那娘当初是怎么知道柳氏有了孩子的？南夫人没有隐瞒，只是说是自己身边护卫告诉的。南希心下有些疑惑，娘亲身边有护卫，她怎么从来没见过？却也没再多问。南夫人又接着说，直到三年前，你爹当了丞相。 柳氏才派人告诉你爹这个消息。时隔多年，他依然是风情万种，两人很快就又打得火热。南希神情有些凝重。我爹当年遇到柳氏时还不是丞相，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他也不会真的跟柳氏纠缠。可柳氏却独自生下这个孩子，一直熬到我爹当了丞相再出来相认。不得不说，他这份隐忍的功力实在让人佩服。南夫人点头是啊，虽然看不起他，却也不得不佩服他这份耐性和心计。 南希不解，柳氏又是如何确定我爹就一定能飞黄腾达的？南夫人想了想，柳氏出身青楼，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男人，她或许一眼就看出你爹日后能成大器。就像我当年无条件供他读书赶考，不也是相信他的才华和能力吗？希儿，你今天怎么对你爹跟柳氏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南希轻声回应，因为柳氏不得不防。南越心心念念想进丞相府，背后未必没有柳氏的撺掇。 我可是容不下南越的。南夫人不解地看着南希，娘怎么瞅着你对南越的敌意似乎比南郊还深？南希微点头，南郊只是自讨其辱，给他些教训也就罢了。南越却是要不死不休的。南夫人心头暗惊，不由猜测南希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突然间对南越怀有如此强烈的恨意。一个外室的女儿，其实并没有南郊的威胁大，只要自己不同意，在府内财务上拿捏住南行之，也不得不掂量掂量。 退一步说，就算柳氏能进府，她的身份也注定一辈子只能是个侍妾，永远不可能成为正妻。可李姨娘和南娇眼下却已是名正言顺的妾室庶女。按着南行之对李姨娘的宠爱，只怕早有了废正妻而把李姨娘扶正的打算。李氏又是出身世家，身份上甩钩拦得出来的柳氏不知几条街。南希怎么会舍了李氏母女，而直接把敌意加诸在柳氏和南越的身上？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隐情？南希从摄政王府回来之后。 就明显跟以前有了些不一样，解除婚约，跟顾青书反目成仇，跟南月也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敌。在摄政王府的这一个月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南夫人没有多问，只要是自己女儿想要的、想做的，就全力支持。吃完午饭后，南希带着银月银、银霜回了她自己的锦兰院。刚穿过长廊，就听到一个冷怒的声音：“阿蛮，这就是你打扫的院子？就你这偷奸耍滑的态度，大小姐回来第一个饶不了你！” 被训斥的侍女解释：“阿金姐姐，我刚才明明打扫干净了。”阿金却扬手就挥了她一巴掌：“你还狡辩，胆子不小，还不去把叶子捡起来？”阿满脸上当即就浮现了五指印，然而他却什么也不敢说，含着泪转身去拾叶子。阿金还不依不饶：“看你这委委屈屈的样子，搞得好像我虐待了你一样，你哭给谁看？一点规矩都没有的东西。”这时，银月扬声开口：“大姑娘回来了，还不快点出来迎接姑娘？” 话音落下，庭院里的侍女们都转过了头。阿金扬起笑脸，喊道：“小姐，你回来了。”阿蛮蹲着身捡着那本不该出现在杨柳院中的梧桐叶，不敢吭声。南希越过阿金，扶起阿蛮，微微偏头看向他脸上的红肿，问他的脸怎么回事。阿蛮头垂得更低了些，带着几分惶恐：“是奴婢的错，奴婢笨手笨脚。”阿金转过身来，笑着开口：“小姐，阿蛮粗手粗脚的，我待会儿就打发他去厨房帮忙。” 您别跟他一般计较。南希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阿金，谁说我要跟他一般计较了？我这锦兰院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分配任务了？南希的突然变脸让阿金懵了，不安地跪下：“小姐，是不是奴婢做错了什么？小姐息怒，奴婢一定改。”南希冷冷看了他一眼：“你做错的地方很多。”说罢，也不等阿金说话，目光又落回到阿蛮身上：“阿蛮，你记住，锦兰院里只有我一个主子，其他人没权利对你颐指气使。” 以后若是继续畏畏缩缩，任人欺负，我就把你卖出去。阿蛮惊恐点头。银月过来拍了拍阿蛮的肩膀，放心放心，大姑娘善良着呢，才不会把你发卖了。不过以后你得学着强硬一点，人啊，都是欺善怕恶，欺软怕硬的。你越不敢反抗，别人就越逮着你欺负。阿蛮不安地看了眼银月，知道是在维护他，又忍不住又看了眼还跪在地上的阿金，抿唇不语。 阿金是顾青书送给南希的侍女，在锦兰院一直把自己当成一等大丫鬟，处处高人一等。其他侍女都知道她家小姐喜欢顾青书，所以对阿金一直忍让，这才造成了她越来越跋扈狂妄的脾气。可偏偏阿金很能装，每次在小姐面前都是活泼嘴甜，很乖巧的模样，所以很得南希欢心。可现在的南希清醒了，她俯视着阿金，以前我看在顾青书的面子上对你客气三分，但不代表你能在我这里作威作福。 你在这里跪上两个时辰之后，直接回顾府去，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阿金不敢置信地看着南希，大小姐，我是顾公子送过来的呀。南希冷眼看着，所以才让你回去，有什么不妥吗？我这边不需要你了。丢下这句话，南希抬脚往屋内走去。阿蛮沉默地看了一眼阿金，也转身跟了进去。阿金经常仗着顾青书的关系，对南希身边的侍女使坏，弄得他们敢怒不敢言。此时见阿金跪在这里，别提多高兴。 暗自冷哼一声，活该。跟着进了屋，菊香和海棠殷勤地伺候着南希，边伺候还边小心地打探。听说小姐跟顾青书解除了婚约，南希淡嗯了一声。怎么了？菊香毫不掩饰她的兴高采烈，竟然是真的，太好了！顾青书那小白脸根本靠不住，怎么可能给得了小姐幸福？小姐早该如此了。海棠赶忙咳嗽，暗示菊香不可妄议。菊香瞬间慌了，南希却淡淡开口。 你们也觉得顾青书不可靠？看来我以前的确是瞎了眼。菊香连忙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是小姐的错。”海棠给南希捏着小腿，谨慎地问：“小姐怎么突然就跟顾青书闹僵了呢？”南希淡然回应：“瞎了四年，总要有醒悟的时候，不能一辈子当个睁眼瞎，不然不得被自己蠢死。”菊香轻声安慰：“小姐别这么说自己。”海棠还有些疑虑，小心翼翼开口：“小姐确定要跟顾公子一刀两断？” 会不会只是一时闹别扭，或者是生出了什么误会？南希闭上眼，脑海中浮现万箭齐发，周围火光冲天，尸横遍地，整个王府都陷入一片火海。那双强壮的手臂到死都紧紧把他护在怀里的一幕。如果这是误会，那这个误会大概这辈子都不会有解开的时候了。南希轻轻一笑，总之，我跟顾青书此生已是陌路。他若还敢来找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不念旧情。 菊香和海棠同时松了口气，听起来小姐是铁了心要跟顾青书划清界限，那真是太好了。顾青书那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不值得小姐喜欢，小姐值得更好的人。南希忽然回头喊了声：“银霜，你家王爷通常什么时候回府？”银霜站在门边微微失礼回答：“回姑娘，王爷中午听说姑娘要去，早早就回王府等着了。”南希立即坐起身：“什么时候的事？”银霜回应：“姑娘跟夫人一起出去逛的时候。” 南希沉默片刻，略微诧异。等等，你是怎么知道的？银霜谨记王爷吩咐，南希是未来王妃，所以毫不隐瞒，直说王府暗卫之间消息互通。南希表情微妙，消息互通也不至于把荣誉的行踪特意告知给银霜吧？擅自泄露主子行踪，岂不是犯了大忌？然而南希和银霜不知道的是，摄政王的行踪是荣誉自己让暗卫传达出去的。南希起身往外走去，看着蒙蒙的银月。 你不是说荣玉白天在军营吗？银月一脸无辜的表情，谁也没料到王爷消息这么灵通，居然早早就回府等着姑娘了。荣玉对自己的在意让南希心头一暖。罢了，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王府。银月忙劝说，要不姑娘还是睡一会儿再去吧，不然王爷定会心疼自责，说不定还会牵连奴婢受罚。南希默然片刻，你多虑了，他不会罚你。南希坐着马车回到了刚刚离开半天的摄政王府。 这个曾经他做梦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居然有了种回家的感觉。荣玉此时正独自站在王府的水榭花厅里，沉默地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他一袭白衣，似是卸下了军营里的铁血杀伐之气，止余下如苍天白鹤的高贵，如云端折仙的圣洁。只是此时，不知是不是南希的错觉，看着那干净清贵的背影，却无端看出了一点落寞寂寥。正在此时，荣玉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转过头来，一双清冷的眸子就这么对上了南希。四目相对，天地像是刹那间安静了下来。南希惊艳于荣誉精致俊美的容貌，以前真的是瞎眼了。荣誉明明哪哪都比顾青书好。南希和荣誉彼此望着对方，一步步走近。这一次，终于是双向奔赴了。先开口的仍然是南希，只是这次语气温和。听说你去了军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荣誉回应说：“今天军营里没什么事。” 南希没有拆穿荣誉刻意回来等他这种稍显傻气的举动，难得见到荣誉卸下军营里的杀伐之气，一身白衣，目光在荣誉身上打了个转。以前怎么没见你穿过白色？荣誉微默，随即轻咳了一声：“本王刚刚沐浴过。”南希一笑，觉得荣誉也蛮可爱的。刚刚沐浴过跟穿白衣有什么关系？银月也看出来自家王爷这身白衣是故意穿给南姑娘看的，那我就来助攻一把，便开口说：“姑娘午觉还没睡？” 要不先去王爷的寝殿小憩片刻。此言一出，荣玉和南希都沉默了。荣玉见南希不说话，以为她不愿意，便说可以去偏殿休息。南希敏锐地捕捉到荣玉眼底一闪而逝的黯然，故意逗他：“我都在王爷的寝殿睡了一个月了，怎么刚离开半日，王爷就不许我进去了？不会是藏了美人吧？”荣玉抿唇，俊雅容颜微微绷起，没有美人。青阳连忙举手保证，为他家王爷辩解：“南姑娘放心。” 王爷的寝殿绝无别的女人进去过，属下愿意向上人头担保。南希伸手挽着荣誉胳膊，又逗起了青阳。青阳，我若真想要你的人头，他现在就得脑袋搬家。你家王爷寝殿里没进去过侍女？青阳一呆，那也算。南希目光落在荣誉脸上，你说没有美人，我不是美人吗？青阳正在心里反省自己刚刚表达有误，应该说，除了南希姑娘和王府侍女之外，王爷的寝殿里再也没有其他女子进去过。 就听到南希这不要命的开口，青阳呆了。南姑娘又吃错药了，连王爷都对。荣玉脸颊泛了红晕，眸光落在南希绝美清丽的脸上，脱口出：“你比他们都美。”青阳惊掉了下巴，主子居然也会说甜言蜜语，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脸红心跳的南希安静了下来。谁说摄政王荣玉淡漠寡言的，如此哄人的话，居然这么自然的就脱口出了，还一点都不觉得违和。 南希迎着青扬看似淡定，实则越来越八卦的眼神，挽着荣誉胳膊往寝殿方向走去。王爷，我有话跟你说。青扬跟上，银月和银霜也跟上。荣誉忽然命令：“你们都守在殿外，别让人进来打扰。”青扬这个大助攻又忍不住开口：“姑娘，难道是要谈婚事？”南希微顿，目光古怪的瞥青扬一眼：“什么婚事？”青扬略微有些急：“跟王爷的婚事啊，南姑娘不会是想出尔反尔吧？” 南希觉得青阳投错了胎，咋跟三姑六婆般八卦？今天要谈的是别的事情，你别着急行吗？青阳默然，随即哦了一声，乖乖不说话了。南希跟荣誉一起进了朝臣殿，荣玉忽然开口：“若你不喜欢，以后就不让他们进来。王府里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主。”南希又起了逗人心思，随即偏头看他：“我又不是王府女主人，怎么能做主王府里的事情？”荣玉薄唇微抿，不发一语。 却能感受到某种情绪在波动。南希见他如此，不由勾唇浅笑。王爷头低下来一点，荣玉心头微动，想到早上南希的举止，很配合的低下头。南希踮起脚尖，亲上了荣玉的唇，少女心香萦绕鼻翼，让人沉迷。荣玉克制住把她圈在怀里的冲动，待唇上柔软的触感离开，他静静看着南希，你这是什么意思？南希带着几分狡黠的浅笑，如果我说我想扑倒王爷，王爷会治我的罪吗？ 荣玉有些出神，沉默片刻，说：“不会，本王允了。”南希微漠，对上荣玉灼灼的目光，没来由的觉得脸颊微微发热，轻咳一声：“我今天回来是有正事想跟王爷说。”荣玉点头：“很急吗？”南希摇头说：“不急。”荣玉就直接伸手将他抱起：“不急就等午睡之后再说。你今晚还回去吗？”南希淡笑：“晚上是否要回去不重要。”荣玉轻轻将南希放在床边，南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王爷也躺下来吧。” 荣誉站着没动。这一个多月里，南希对他抗拒、怨恨、厌恶，每次看见他都恨不得用眼神杀了他。身体上的接触更是不可能，主动邀请他躺在身边还是第一次，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荣誉看着南希生动明艳的容颜，恍惚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但心里却很开心。南希居然邀请自己躺在他身边，即便南希有阴谋要算计于他，荣誉也心甘情愿上当，便坐在了南希旁边。 南希也直奔话题。皇上登基一年有余，可王爷的手里还握着摄政大权，皇帝恐怕每夜都会辗转难安吧？荣玉闻言，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波动，淡淡的问南希：“你是想让本王主动交回摄政大权？”南希摇头：“不，恰恰相反，我希望王爷能把大权牢牢握在手里，最好让皇上这辈子都动不了王爷一根毫发。”荣玉意外的神情一动：“为什么？”南希转头看着荣玉，带着十分认真。 皇上对王爷猜忌很重，王爷一旦交出大权，就会任他拿捏。他不仅会削弱王爷的权力，甚至会安个莫须有的罪名，置王爷于死地。荣玉淡然回应：“他拿捏不了本王。”南希语气沉了沉：“若王爷没有软肋，确实如此。可王爷确定自己没有软肋吗？”荣玉没说话，他确实有一个唯一的软肋。南希忽然抬起头，一双澄澈漂亮的眸子锁住荣玉俊美如妖孽的容颜：“我是不是王爷的软肋？” 荣誉就这么不发一语地看着南希，良久才淡淡开口：“是。”南希一点都不意外，却很认真地摇头：“不是，只要王爷手握大权，我就是王爷的助理，而非软肋。此生我绝不会再成为王爷的软肋。倘若有一天我真的成了旁人胁迫王爷的筹码，那么我宁愿自我了断，也绝不会让王爷受制于人。”听到这话，荣誉脸色微变：“本王不许你乱来。”他是愿意为了南希舍弃所有，只愿他平安无事，听不得自我了断的话。 南希挽住荣誉的胳膊，淡笑：“我是说，假如。”荣誉却浑身紧绷，没有假如，本王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南希缓缓朝荣誉臂弯偎依过去，微不可察地嗯了一声：“王爷说的对，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心里忍不住吐槽自己，哪来那么多的假如？荣誉自身强大，又手握兵权，自己又拥有前世的记忆，若这样还能再次被人算计，自己还活着干什么？南希安静下来。 心头却忍不住又浮现疑惑，荣玉对自己的态度总感觉有些不同寻常，不像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子时该有的正常反应。南希有些好奇的开口：“王爷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又为何会喜欢我呢？”荣玉看着南希回应：“很久很久之前，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为什么。”南希忍不住又想：很久很久是多久？自己今年满打满算也才十六岁。 第一次见到摄政王荣玉，就是他大军凯旋那日，如天神般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少年，浑身散发出贵气和浓重的铁血之气。他总不会那时就喜欢我了吧？可自那之后也没怎么见过他，所以南希当真是想不出来荣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王爷，青扬清亮的声音在殿外响起，打断了南希的思索。宝林郡主让人送了帖子过来，请王爷明日去参加他的生辰宴。南希心头微动。 宝林郡主居然把帖子送到摄政王府，怎么想的？荣玉不喜热闹，从来未去参加过旁人举办的宴会。说起来，前世中宝林郡主林家虽有些骄纵，却没什么坏心眼。同样死于旁人的算计，倒是和自己同命相连呢。而林家被算计的原因，是以受人嫉妒，有人利用了他父亲林俊和长公主的感情不和，从中作梗。林俊在夺嫡之争中支持的是二皇子荣楚业。 而登基的却是三皇子荣楚云。新帝登基之日，林家被满门抄斩，只有驸马林俊免了一死。长公主和新帝一母同胞，感情非常好，却同样性子薄情寡义。若他出面求情，林家本有一线生机，可他却没有看在夫妻情分上替林俊求这个情。林驸马跟长公主的关系也从以往的相敬如宾变成了形同陌路，甚至视若仇敌。他们的女儿林家却因母亲的关系，深得新帝宠爱。 日子也过得风光显赫，只是后来到底也是死于旁人的算计。南希抬手揉了揉眉心，每每想到前世，她心头就一阵窒闷。荣玉紧张的蹙眉：“是头疼吗？要不要传府医来看看？”南希抬眸看着荣玉，随即摇头：“我没事，就是想到一些事情，觉得困扰。”荣玉眸光微暗，薄唇不由自主的抿了起来。困扰，是想到了顾青书吗？ 明天宝林郡主的生辰宴，我想拿着王爷的请帖去赴宴凑凑热闹。南希正说着，忽然留意到荣玉表情似乎有些不太对，若有所思的看着荣玉。王爷不高兴我去？荣玉微摇头，不是。南希不解的又问：“那王爷您看起来怎么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如今能坐在心心念念的姑娘身旁，本该是高兴的事情，可荣玉却显得不那么高兴。”南希察觉到了，不由得猜测，王爷是担心我在长公主府碰上顾青书。 王爷如果不希望我去赴宴，那我就不去了。不过对于顾青书这个人，王爷却不必在意他。我现在每次看到他，都恨不得一刀把他捅死。荣玉被这句凶残的话弄得心头一紧。南希以前那么喜欢顾青书，怎么突然对他厌恶到了如此地步？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南希丝毫不想掩饰他对顾青书的恨意，看着荣玉说：“因为我恨顾青书，恨得想撕碎了他。等到时机成熟，王爷替我杀了他，好吗？” 以前有南希护着，荣玉不愿做任何让南希不开心的事情，所以从来不动手。如今南希主动提出能手刃情敌，荣玉当仁不让，便说：“你要是不想再看见他，本王现在就让人把他弄死。”南希摇摇头，不，还没到时候，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我要让他变得一无所有，让他失望、绝望，等他受尽折磨之后再让他死。其实南希心里觉得让顾青书死都太便宜他了。荣玉看着南希幽深的眸底。 这种痛恨的变化，南希不说，他也不会问，只轻轻拉起南希的手。该换药了。南希一愣，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臂，我都快忘了自己手臂受伤这件事了。好，听王爷。这时，青阳在外面高喊：“主子，皇后娘娘身边的孟总管来了。”荣玉并未理会，径自把南希抱起来往内室走去。南希回神之后，有些哭笑不得。她伤在手臂上，两条腿又没断，他怎么这么喜欢抱自己？ 荣玉把他放在床上，就转身去拿药箱，对青扬的话充耳不闻。南希见荣玉拿了药箱过来，淡淡开口提醒：“王爷，孟总管应该是有要事跟王爷说。”荣玉低头取出药和纱布，淡漠地说：“让他等着。”专注而小心地给南希换药。南希看着这本不该由王爷来的工作，荣玉还做的那般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了他的动作，心头一阵温热。王爷不先问问他有什么事吗？不用管他。 在荣玉眼里，只有南希的事才是秒回。青阳这会儿跑了进来，主子，孟总管说皇后娘娘请南姑娘进宫一趟。荣玉脸色骤冷，回了三个字：“让他滚。”青阳秒懂，正要领命而去，却听南希喊道：“等等！”荣玉深邃的眸光锁住南希的眉眼，像是在说：“有他在，谁也无法伤害你，不用理会他。”南希抬眸轻笑。 皇后这时召见我，定是皇上受益。看来他知道了王府中的事情，堂堂天子这么沉不住气，已然是落了下风。不过我也不会就这么乖乖的去见他。青阳原以为南希叫住他是答应要进宫去见皇后，没想到他却说了这么一句，下意识的开口问：“南姑娘的意思是？”南希挑眉说道：“你去告诉孟总管，就说我被摄政王囚禁在王府，王爷不许我进宫。”青阳诧异的不行。 南姑娘今天离开摄政王府，在外面逛了半天，许多人都看到了，足以证明南希眼下是个自由身。这个理由也想说服皇上和皇后照做。荣誉淡漠威仪的声音传来，带着不容违抗的命令语气。青阳又是一惊，赶紧领命。得，主子被南姑娘吃得死死的，他说什么都得照做，完全不动大脑，不考虑会造成什么影响。不过应该也没什么影响。主子的话，就算是皇上和皇后也得掂量掂量。 药也换好了，事也搞定了，南希便说：“时候不早了，我先回相府，明早过来取请帖。王爷早些休息。”然而，荣玉只用一双幽深同眸看着南希：“你不是被本王囚禁在摄政王府了吗？”南希瞬间无言以对。好吧，话是自己说出去的，虽是为了应付皇后，可也的确是他说的。于是没办法，只得留下，并拆了银月去丞相府告诉他娘一声，晚上他就留在摄政王府过夜。 次日一早，用完了早膳，荣玉命人给南希准备了一套月光纱的裙装，命手巧的侍女给她仔细的梳妆打扮，漂亮贵气的不像话。南希站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出现的男子容颜。这月光纱仅蜀国才有，三年才出一匹，可遇而不可求，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王爷从哪里得来的？荣玉回应：“蜀国的进贡。”南希微愕：“那宫里的皇后和嫔妃都没有？”荣玉点头：“他们不配。”南希红了脸颊，眨了眨眼。 我呸！荣玉沉默看着他，眼里全是柔光，嗯了一声。呸！荣玉一板一眼说着蜜语，南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南希感动之余又有些好笑，王爷这样就不怕皇上有意见，不担心宫里的皇后嫔妃生气。荣玉伸手接过侍女手里的梳子，亲手给南希把头发梳顺，嗓音金贵淡漠。蜀国是本王打退的，谁有意见尽管提。南希暗道霸气，站起身，转头看向眼前这个明明比当今皇上还小。 却要被皇上称一声皇叔的男子，唇角微挑，是不是我要什么王爷都会给我？荣誉嗯了一声，南希又接着问：“如果我想做皇后呢？王爷会为我抢来江山吗？”殿内所有侍女齐齐惶恐地跪了下来，匍匐,匐在地，不敢抬头，恨不得自己聋了才好。这个女人上辈子拯救了地球，才能遇到这么一个强悍无比的荣誉，还对她极致宠爱。即便南希说想要做皇后，荣誉也丝毫不迟疑：“如果你想要。” 本王可以。南希伸出手，指抵住荣玉的唇，眼眸中沉静柔和。我跟王爷开玩笑的，虽然这样的玩笑并不能乱开，但今世南希无所畏惧。看着荣玉接近妖孽的容颜，沉默片刻。等以后有机会，王爷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喜欢我？荣玉没说话，清冷精致的眉眼泛起几许波澜，却很快恢复一片平静。南希踮起脚尖，亲了亲荣玉的唇角。我先走了，王爷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荣誉嗯了一声，因南希的动作，眸底染了些许幽深氤氲的光泽。老天真的从不辜负努力的人。南希走出寝殿，带上银月和银霜，乘坐着荣誉命人给他准备的马车，安稳到达长公主府。南希从车上下来，沉默地望着府邸高处的匾额。银月走上去递了帖子，管家表情刹那间变得恭敬无比，朝南希躬身：“南姑娘，请进。” 长公主是皇帝最尊重的姐姐，所以她女儿的生辰，帝都皇城的权贵家族都来巴结。南溪被带进女眷所待的听兰院，她来的有点晚，听兰院已经到了不少的官家小姐。众女子坐在四面通风的花厅里，喝着茶，聊着天，气氛颇为热闹。启禀郡主，南姑娘到了。侍女话音落下，刹那间天安地静，花厅中众人纷纷转头看了过来。一个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少女端着茶盏，酸溜溜的开口。 南娇，这不是你家嫡姐吗？你们怎么不一起过来？南娇看到南希突然到来，也有些意外，可她心里记恨着没有要到的三千两银子，跟着一起冷嘲热讽。大姐昨天晚上去了摄政王府，我就算想跟大姐一道来，也没机会啊。宝林郡主林家起身朝南希走去，并开口对这些酸溜溜的小姐们：“嫡庶有别，尊卑有序。南希是丞相府唯一的嫡女，南娇没跟她一道过来，不是挺正常的吗？有什么可问的？” 说着，主动揽上了南希的手臂。南姑娘过来这边坐，别理他们。看着今天的寿星这般对南希，其余人都暗暗发恨。南希心头微动，宝林郡主似乎也没有传闻中那样霸道骄纵了，反倒有些亲切。这时，一女子阴阳怪气的开口：“佳佳，本郡主不想跟作风不正的人坐在一起，你把南姑娘安排到别处去。”此言一出，花厅里空气一凝，坐在桌前的几个女子都流露出看好戏的神色。 说话的女子是端王府的小郡主荣乐，当今皇上的堂妹，跟长公主是一个辈分，宝林郡主还得喊她一声堂姨。不过因为两人年纪相仿，又同是皇族宗亲，辈分什么的早就被忽略了。两人见面都各喊对方的名字。宝林郡主听到这样的话，微微皱眉。南姑娘难得来一趟，荣乐，你别为难她。荣乐冷笑：“我为难她？昨天皇城中的留言，哪条不是议论这位南姑娘的？” 他敢做那些事儿，还怕别人说不成？南希沉默地看着他们，这些权贵世家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不起我啊！就因为我娘是商户出身，这些人还真是可笑。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少女跟着接口：“就是，既然做了不要脸的事儿，就该承受非议。不过商户出身的女儿跟咱们毕竟不同，恐怕都不知道羞耻心是什么。”啪的一声，一记响亮的耳光突然响起，打得正在说话的少女一个猝不及防，未说完的话戛然而止。 女子又惊又怒地站起身：“你竟敢打我！”银月甩了甩手，霸气开口：“我叫银月，是摄政王府的护卫，奉我家王爷之命保护姑娘。任何人敢对姑娘无礼，我都可以出手教训。若有不服者，请去找我家王爷理论。”一番话铿锵有力，刚要大怒的女子脸色骤变，捂着脸，砰的一声坐回了凳子上，脸色极其难看，一句话说不出来。众女子都脸色难看地低下了头。 心头既看不起南希，又震慑于摄政王荣玉的铁血威压，一时之间竟无人敢主动开口说话。银月见状，嘴角不由泛起几分得意和轻视。权贵家千金还敢看不起我家姑娘？怎么听到王爷的名头就不敢吭声了呢？南希淡淡一笑，优雅地坐了下来。原来我不仅在三姑六婆的嘴里出了名，各位郡主大小姐也对我的事情如此感兴趣。荣乐郡主刚才说、哦、我做了那些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不如郡主给我解解惑。荣乐郡主冷冷看着南希，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还让本郡主给你解惑，你算个什么东西？南希不疾不徐地喝了口茶，嗯，我的确不算什么东西。荣玉说要娶我为妻，到时候荣乐郡主还得乖乖喊我一声皇婶，不知道这算不算资格？此言一出，荣乐郡主暴跳如雷地站了起来，大吼：“你在做梦！”南希浅浅一笑，银月就笑眯眯地开口：“姑娘不是做梦呢。” 我家王爷确实说过要娶姑娘为妻，眼下就等着姑娘点头了。荣乐郡主的脸色彻底僵住，心里仍然不相信，皇叔怎么可能会喜欢南希这种庸俗的女子？其他女子则面面相觑，摄政王是皇上都要忌惮的人，都畏惧了，怕被秋后算账。南希看了过来，淡淡开口：“荣乐郡主，你还没帮我解惑呢。”荣乐郡主猛地放下茶盏，冷哼了一声：“谁不知道你朝三暮四？” 抛弃顾青书，改投皇叔的怀抱，真当你做的这些事没人议论？容妙妙也低声讽刺：“就是，你就算堵住了我们的嘴，难不成你还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南希唇角微扬，眸光平静而清冷的看向眼前这些人，为何堵不住？把所有乱说话的人舌头拔掉，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说话，不就堵住了吗？众贵女一领，脸色瞬间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她身为丞相府嫡女。 只因娘亲是商户出身，便走到哪里都被世家小姐刁难排挤。南希参加宝林郡主生辰宴，毫无意外，再次被皇族小姐冷嘲热讽。南希却不恼，眸光平静清冷的看着眼前这些人，想要堵住悠悠众口有何难？把所有乱说话的人舌头拔掉，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说话，不就堵住了？银霜，你告诉王爷，明日开始，让王爷派人在皇城中巡逻，但凡敢议论我和王爷的人，全部抓起来，把舌头割掉。 听到南希这句话，银霜冷冷地应了声“是”，属下定会给王爷转达。说干就干，让众贵女一领，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南娇勉强笑着开口：“姐姐何必大动肝火？我们都是开玩笑的，你别放在心上。”南希眉梢轻跳：“你们拿我的名节开玩笑？”银月，他们方才说的那些话，你都记下，回去让王爷也听听，看王爷会不会觉得这是开玩笑。银月脆生生道：“得令。” 属下定一字不漏的转达。荣乐郡主死死地盯着南希，眼底尽是讽刺，像是在无声地嘲讽南希只会仗着摄政王的名头压人。可南希根本不在乎，荣誉的名头好用，为什么不用？这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贵女们，不也同样是仗着自己的出身来压人？若真论本事，他们谁又比他强了多少？前世吃了太多的亏，今生南希除了需要补偿他娘和荣誉，其他人休想再在他面前占一丁点便宜。 宝林郡主双手端起一盏茶，递给南希，忙打圆场：“行了行了，今天都是为了我的生辰而来，给我点面子。看在我叔祖父的面上，大家都消消气，以后还是朋友。”南希原本就没怎么生气，此时听到宝林郡主这句话，忽然就被戳到了笑点。荣玉虽然年纪不大，可这辈分实在高的让人不得不低头。当今皇帝比荣玉大得多，却也得乖乖喊一声皇叔。而十六岁的宝林郡主则只能叫叔祖父。南希想着。 自己跟宝林郡主年岁相仿，这要是嫁给了荣玉，不就成了宝林郡主的叔祖母？年纪轻轻就当祖母了。回过神来，取下了自己腕上的镯子，抿唇浅笑：“佳佳，这是我昨天花了一万两在墨玉买的翡翠镯子，若你不嫌弃铜锈未重，就送给你当做生辰贺礼了。以南希跟宝林郡主这样的交情而言，这贺礼可是超大手笔。在场的贵女们盯着南希手里的镯子，羡慕嫉妒恨。宝林郡主也惊得不行，这太贵重了。” 不太好吧，嘴上虽客气，可盯着镯子的两眼却在放光。铜臭味？不，这么美的镯子，明明只有高雅贵气，好吗？南希故意抬起自己月光纱的云袖，嗅着裙子上淡淡的清香味。有个出生商户的娘的确苦恼，每每被人议论出身不够高贵，还要经常跟金银打交道，就怕沾染一身铜臭味，让人嫌弃。不过还好，金银虽俗气，可她能买到的东西却不俗。南希执起宝林郡主的手腕。 把镯子戴在她的腕上，你看这镯子通透翠绿，成色极好，就该配清贵高雅的女子。佳佳，你说是不是？宝林郡主心花怒放的猛点头，是啊是啊，南姑娘说的太对了，我就喜欢金银这等俗物。荣乐郡主黑着脸，忽然喊了声佳佳，一只镯子就把你收买了。宝林郡主晃着手腕上镯子，开心的不行，转头看向荣乐郡主，这是南姑娘送我的生辰贺礼。 又不是要收买我去做什么坏事，南希又来加把火。佳佳，等以后我做了摄政王妃，就是你的长辈了，我还有更重的礼物送你。宝林郡主想到南希那财大气粗的娘，顿时心花怒放，几乎恨不得让南希现在就嫁给摄政王。南娇盯着宝林郡主手上的镯子，眼热得很，心里把南希骂了个狗血淋头。明明我也是南家小姐，凭什么就一两银子都拿不到，她却能买一万两的镯子？郡主，温姑娘来了。花厅外侍女的禀报声响起。 打破了厅里不太和谐的气氛，众贵女转头看去，花厅外一个身着粉白色轻纱薄裙的女子带着侍女走了进来，气质高雅，眉眼间泛着几分傲气。温兰优雅的把一只长条形锦盒送上，佳佳，生辰快乐。有了南希送的好礼，宝林郡主接过锦盒也没打开看，但笑示意温姑娘请坐。温兰随即走到荣乐郡主隔壁的位置坐了下来。 荣乐郡主阴郁的表情微散，眼底浮现几分看好戏的色泽。温兰乃是当今太傅温鸿儒的孙女，不仅人长得美，而且打小就冰雪聪明，才情出众，是帝都人人称颂的才女。最重要的是，她倾心摄政王荣誉，为了嫁给摄政王，连皇上的选秀都推脱了。要是她知道了南溪自称摄政王妃，这下有好戏看了。温兰的目光落在了南溪面上，带着些许厌恶。她轻啜一口茶。 宝林郡主什么时候跟南姑娘关系这么好了？这话说的有点深意，这是看不上南希，且直言宝林郡主跟南希二人关系疏淡，身份上也有所差距，根本不该如此时这般亲密。宝林郡主笑了笑：“我跟南姑娘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当然要好好相处。”温兰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淡定品尝的南希，郡主，何出此言？宝林郡主的回应：“因为摄政王叔祖父要娶南希为妻呀、啊，等他成了摄政王妃，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温兰闻言，表情细不可察的一顿，随即淡笑：“摄政王妃，我怎么没听说？”宝林郡主雨塞下意识的看向南希。南希不疾不徐的抬眸：“温姑娘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事事都知道？况且这是我跟荣玉的私事，没必要昭告天下。”话音落下，花厅里几个贵女眼神都有些微妙的看着南希，没料到南希会如此直硬的跟温兰说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温兰的脸。 果然是仗着摄政王的权势无所畏惧，连温太傅的孙女都不放在眼里。世家身份，太傅的孙女，京都才女名头，让温岚自我优越感极强。继续挑衅南希，南姑娘如此迫不及待地告诉旁人摄政王要娶你的消息，不就是在昭告天下了吗？南希环顾一周，漫不经心地说：“只是昭告了在场的诸位而已，毕竟生辰宴还没结束，各位暂时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消息宣扬出去。”众人都静寂无声。这时。 温兰的贴身侍女突然出声，果然越缺什么就越喜欢显摆什么。摄政王要娶妻，不过是南姑娘的一面之词，别到时候被打脸就好看了。林家皱眉，长见识了，一个小小的侍女居然敢当着这么多权贵千金的面，公然诋毁丞相府狄姑娘。温兰号称端庄高雅的大才女，身边的侍女却是这般没有分寸。荣妙妙这个傻蛋迫不及待地点头，没错，我可没听到皇叔要娶妻的消息。 就算真要娶妻，也不可能娶一个商户女为王妃的。银月也站了出来，冷冷一笑：“我家王爷之所以没有把消息放出去，不过是因为此前南姑娘一直不曾答应，王爷怕惹了姑娘生气，才没有对外宣布。”温姑娘聪明优雅，温太傅也是个极重规矩的老者，没想到温姑娘身边的侍女竟是如此没规没矩，一个卑贱玩意儿也敢公然嘲讽贬低相府贵女，谁给你的胆子？温兰神色微变，不悦的抿唇。 身后的侍女心头咯噔一下，还想开口反击，恰在这时，花厅外一人匆匆而来，站在外面禀报：“启禀郡主，丞相府刚派人递了消息。”宝林郡主诧异地看了眼南希，随即转头问道：“什么消息？”摄政王亲自去丞相府提亲，说要迎娶南家大姑娘为正妃，说等郡主的生辰宴结束后，请南大姑娘直接回相府。打脸来得快又狠，花厅里的贵女们表情怪异。 尤其是温岚，她最崇拜、倾慕的男人，居然娶了她最瞧不起的女人，心头一阵翻江倒海，脑子里一片空白。银月也趁机再加一把火，各位都听到了，我家王爷亲自去提亲，足见对南姑娘的一腔情深。以后南姑娘就是摄政王府的女主子，我倒要看看，在座的各位还有谁敢口出狂言。南希安静的坐在那里，端着盏茶，咪咪笑，心头暗叹，银月实在是个太给力了，瞧瞧这气势。 他根本都不用多说什么，银月一个人就把一切都解决了。这会儿，银月的目光落在了温岚脸上。温太傅治家不严，我觉得有必要跟王爷反映一下。连自家下人都管不好，谈何治国平天下？温岚皱起眉头。我祖父曾是皇子们的老师，你一句治家不严，就想抹掉他多年的功劳？银月悠悠的反驳：“温姑娘此言差矣，我并没有哪一句话是在否认温太傅的功劳。可功劳和失职是两码事。” 有功可不是治家不严的理由。温府下人今日可以尊卑不分，公然指责诋毁南姑娘，来日到了王爷或者皇上面前，是不是也可以大逆不道，无视尊卑礼仪？下人尚且如此，温府上下岂不是眼中皆无君王，根本不可能做到忠诚侍君？一番话句句直指要害，不仅温兰和她身后的侍女脸色骤变，便是花厅里其他并不相干的贵女们一时一脸难堪，不敢轻易开口。 论口才，在场的所有人加起来也敌不过一个银月。他不仅是牙尖嘴利，胆量也惊人。当着这么多郡主贵女的面，胆大包天地指责温太傅治家不严，这已经不是胆子大，而根本是不知死活了。可谁让他是摄政王府出来的护卫呢？背靠着摄政王，就算他指着温太傅的鼻子骂，也没人敢说什么。摄政王荣誉少年时期就带兵打仗。 早就习惯了杀伐无情，根本不把这些所谓德高望重的文臣放在眼中。众所周知，先帝在位时，他都是军前不跪的主。一顶治家不严、弑君不忠的帽子扣下来，谁也承担不起。温兰的侍女已是面如土色，就是因为他方才多嘴，一时之间只觉大祸临头，焦灼不安。温兰默了默，开口：“秋月，给南姑娘赔罪道歉。”秋月便走到南希面前，低声开口：“刚才是奴婢不对，我有眼无珠。” 请南姑娘大人有大量，别跟婢子一般计较。南希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开口：“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秋月还不以为然，忙说：“我是温家的侍女。”南希挑眉：“那又如何？别说你一个侍女，就算是德高望重的温太傅，若是当真做错了事，需要赔礼道歉，难道就不该拿出点诚意来？”秋月下意识的转头朝他家小姐看去。温兰见南希不顺梯下，很不悦：“南姑娘这是故意要跟我叫板。” 南希淡笑：“温姑娘，别太抬举自己。我有跟你叫板的时间，还不如回摄政王府跟王爷喝杯茶，诗情画意一番呢。”这个、话像是一刀扎进了温兰心口，她刹那间色变，狠狠地攥紧了手。其他贵女都愕然，南希连表面功夫都不屑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打温兰的脸，甚至还恬不知耻的秀了把恩爱，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花厅里气氛格外压抑，宝林郡主开口打破僵局：“温姑娘。” 你的侍女确实失了规矩，理当承担后果。温兰诧异地睁大了眼，宝林郡主竟如此维护南姑娘。荣乐郡主也出声：“佳佳，秋月也是无心之过。”荣妙妙也出声附和：“是啊，秋月也不是故意的。你看温姑娘如此知书达理，就知道她身边的人应该懂规矩。秋月只是护主心切，并无冒犯南姑娘的意思。这睁着眼睛说瞎话，银月就不能忍了。不是故意的，就该躲在旁边当哑巴。” 他家小姐没教他如何做个合格的奴才，主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这话明着是在骂秋月，实则针对谁一目了然。秋月反驳道：“你刚才不也说话了吗？”银月抱着膀子，要多嚣张有多嚣张。是啊，我说话了，怎么了？我说话我敢承认，我就是故意的。我不但故意让你难看，我还不用赔礼道歉。你有什么意见？一想到是摄政王府的金牌护卫，秋月脸涨得通红。 被耶的一句话说不出来，温兰更是首次体会到了脸被打肿的感觉，坐立难安，着实恼恨得很。宝林郡主没想到今天会弄得这么僵，但听着南溪和银月这对主仆对得在场的人个个落花流水，她心里只觉得莫名的爽。这些贵女们仗着自己身份高贵，不是看不起这个就是看不起那个，看着表面跟她热络，然而私底下既嫉妒她在新帝面前得宠，又看不起她是罪臣的女儿，口是心非，虚伪至极。 若非南希和银月当众打了这群贵女的脸，她都快忘了畅快淋漓原来是这种感觉。想到这里，宝林郡主嘴角浮现了一抹笑意。看在其他人眼里，以为是打圆场的安抚，实则她就是想笑而已。南姑娘大人有大量，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前厅宴席已开，我们去就坐吧。温兰闻言蹙着眉，郡主什么意思？南姑娘大人有大量，意思是说我气量狭小吗？南希却是看出了宝林郡主的笑容，这比自己还开心。 看来他对这些贵女也是积怨颇深啊！宝林郡主淡笑着回应：“温姑娘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南姑娘犯不着跟个不懂事的侍女计较。”宝林郡主这一句“不懂事的侍女”，直接把温兰的脸面踩到了地上摩擦。温兰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语气冷淡的开口：“既然我的侍女不懂事，就不在这里惹人嫌了。宝林郡主，好好招待南姑娘吧，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说吧”说罢，径自转身往花厅外走去。 荣乐和荣妙妙忙起身跟上，温姑娘，我跟你一起走。宝林郡主不疾不徐的淡笑，谁有事都可以走，我不强留。不过今日踏出这座府邸，以后就别再跟我假装友好，本郡主是个记仇的人。荣乐和荣妙妙脚步瞬间僵住，缓缓转头，有些震惊的看着宝林郡主。佳佳，你为了一个南希要跟我们翻脸？宝林郡主眸光沉了沉，你们在我的生辰宴上拂袖而去，是故意打我的脸。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我难道还要记着你的好？容妙妙两人没料到宝林郡主会直接翻脸，有些进退两难。他们二人虽都出自王府，也是正儿八经的郡主，可谁都比不上宝林郡主的母亲更有尊荣。长公主原本就是皇帝亲姐姐，感情又很好，再加上林氏一族被诛杀。 长公主跟林驸马感情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皇上觉得愧对这个姐姐，就越发对长公主好。宫里很多好东西都往长公主府送，连皇后都不敢得罪这个姐姐。宝林郡主身为长公主唯一的女儿，她若是要跟谁翻脸不再来往，可想而知，以后在皇上面前大概也就失去了露脸的机会。